我们师门讲课通常是讲课的人跑题，听课的人走神，没有人记笔记。就是在我记得的，我师父上课的场面里边，只有一个同学记笔记，是一个师妹，她一直在那儿记。然后等到讲完以后，我师父问她记什么呢？就是记上课的笔记。说你一直都没走神吗？我师妹说当然没走神，我一直全神贯注。我师父说那你一定没走脑子。他说我门下的弟子听课都应该走神，所以希望大家也走神。想想别的没关系，因为这全都是我的逻辑。大家如果开始自己想，应该会中途把我甩掉，然后在某一刻，哎，可能又看见我。上次我留了 QQ 号，然后有很多同学加我，有的聊一两句，后来发现没有人，不大敢说话。我也不太清楚。当然，我是希望就在这一阶段尽可能多讨论。那从开始说一两句话开始，到有一天，我希望在座的大多数同学能给我上一节课。这个是应该是不远以后的事儿。那个江湖盛传咱们华工的同学口头表达偏弱，这个我对外一直都不承认啊，就不敢说不代表口头表达偏弱，因为我很是见过一些一两个钟头可以一直在那说，但是一句有用的话都没有啊。但如果要调教这种同学，就可能就是我需要先让他不敢说一句话都没有，这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然后之后再教他说第一句有用的话。那么大家先起码已经走出了第一步。那接下来我留群号呢，也是为了，但是我不太懂电脑，这是另外一位同学告诉我的，说你不用把 QQ 挂在网上耗时间，我们就可以帮你建。可能人多了以后说话会打架也是这样，是吧？人多了声势大，就都比较敢出手。可能一开始大家都看得到，都能说话的时候，比面对我像面试一样，可能说话要放得开一点。这是，下一次我会讲读《江南园林志》，是童俊先生的名作，参考书目比较多，但是不必全读。如果没有时间又想读的，起码可以读读这一本。因为我下次讲的那个，就是整个讲座写了文章发在这本书上，这是2007年吧，我不太记得。那个有一个园林与建筑的会，这些书应该是，当然我不是推销书的，这个没有我版税，就是这里面有很多中国当代的，应该是最核心的建筑圈里面研究园林的老师们写的文章，有我的师父董一旦写的，然后有同济大学的童明老师写的，然后有我的师兄王鑫，有东南大学的陈威老师，还有老先生朱光亚老师，还有很多很棒的文章。如果对园林感兴趣，就可以找来读一读。哎，这本就是我讲的那个内容，当然我相信有很多同学读过，因为我过来之前想再买一本这个书，发现已经脱销了，一通好找。看来大家都已经下手买过了。通俊文集有就是太厚了，里面可以挑跟园林有关的读一读。那东南园树也是童先生写的非常棒，而且非常薄，我特别佩服这种没有废话的。浮生六记是一本沈复写的，就是当然是文人嘛，写了他的生活，里面浪游记快里面写了很多他对园林的评价，里面也会提到，就是画红的这些是直接相关的，就是我下周或者下下周吧讲的时候会提到的。那这几本《鬼心杂志》是宋代的文人笔记，里面记了过去志怪，就记当时的文人生活，还有一些宝贝八卦什么都有，过去的八卦杂志大概是这样，它也叫杂志。
语言童话是记了很多清代的，就是因为我讲就咱们现在了解园林基本上是明清的，最主要都是清代的，所以清代文人的生活就很重要，也就有了后边两本。我刚放的时候看很多女同学都在皱眉头，如果要搁过去我也会，但《红楼梦》我不用说了，大家都知道它价值。《金瓶梅》我中学的时候又预习过，但那时候没有什么中国文化的，完全是给自己做青春期教育的。就是我也是到了开始研究园林之后，然后发现所有研究园林的，就是从宋代，就从我看的文献，就从宋代一直到现在的，像董老师啊、童明老师啊他们，还有我师兄，都读这本著作。还有一本书我没写上来，就可能它离得更远一点，那个书叫我推荐过，跟几个朋友推荐过了，叫《潘金莲的发型》。哎，都看过是吧？那个应该是一个集萃，就是说如果大家没有时间把这些都读一遍，起码可以读读那本书，了解一下中国人过去是怎么活的，中国古人到底有多爽。这如果可能，我看这电视剧的时候，在座很多同学还不存在呢，就是太老了，一个老港片，就是这也是一个粤语歌。就是我之前把它翻出来，是因为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这首歌的作者，他前面描述中国嘛，他基本上前面这一段花了两段描述中国的文化，他恰恰点到了一个是庭院高雅，一个是红砖碧瓦。当然红砖碧瓦的事儿我上次已经讲过了，今天主要讲一讲庭院高雅的事儿。可能再跑一下题，上回讲的那个大木作，其实主要的知识都是我在本科的时候累积的，在刚读研的时候就开始讲那个课嘛，实际上是整理了一下。当然之前我师父带我一年，在我读研之前，大概其可能是他应该算是本科时候的成果。那么大家学建筑呢，觉得对于 学生来讲有两个任务，一个是你要练一手绝活，只要是这个学科里的，不管是哪方面都没关系，不管是画图或者是立面或者是技术材料构造设备生产电结构都可以，一定要有一手绝活。当然可能在念书的时候它还不算做绝活，它应该是你的特长，你在这一方面消耗的时间会更多，然后它会有一个基本的评判，是这方面要超过你周围其他的同学吧，因为其他人没有专为此做过研究或者学习。那么另外一个任务呢，就是你要尽可能的有全面的常识，就是咱们因为建筑是一个非常庞杂的学科，所以这系统非常之大，就你发现里面的这个专项又特别的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穷尽所有的这个领域，但是作为建筑师来讲不应该有太短的短板。就像鲍老师之前说过一句特别有力道的话，就短板就算短也不应该短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两个到将来各位开始从业，就是甚至可能在学界有发展的时候，一个它会成为你看家本领，那么这个底线呢，就这个短板这个全面，它保证你可以在这个行业和学科里面生存下去。因为这个原本我一直认为红砖碧瓦这事儿可能就是我一辈子干的事儿，因为我整个本科没有学别的，就基本上自己在除了看金瓶梅就是研究这个。但是开始读研以后，就是到现在，就是上次准备讲课的时候背这个课的时候，发现哎，它变成我最短的板了。
当然这个是学习的最大的快乐就在这儿，你不断地改变自己，就是可能昨天你还痛恨一个人，就像我过去特别痛恨高理论，然后你今天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他。关于园林，其实现在就是园林恐怕是我希望将来安身立命的这个绝活和本领，但是我只能讲出两堂，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反像之前讲外电是哥特巴洛克，就那远不是我的长处，但是有编辑约稿的时候，我可以三个月写出20万字来，就从头到尾能写，然后也不怎么着书。但是园林我觉得我好像理解的最多，但是我能讲出来的最少，恐怕是刚刚知道一点园林的深浅。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之前跟大家讲其他的完全是出于我不知深浅才敢在这胡说八道啊。这也是我师傅留的作业，这是我师傅给我留的第一个作业，就是研究生的，就是之前我跟他做了将近一年的助手，就在广西武鸣，就那儿有一条西江围出9个半岛，非常漂亮，然后有一个古园子叫明秀园，就是明朝人建的，后来成了军阀鹿茸亭的私宅。那么我跟他做的时候，那时候我对园林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一点古建，但是跟我师傅做园林的嘛，就一直在里面造园子经营这个园林。当时我曾经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看来因为我看我师傅都做的动作嘛，照他样子学，我就说园林无非是在墙上开洞而已。结果后来没想到，就是我也是在备课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师傅为什么给我留这个框这个题目啊，就原来他挺记仇的，然后他给我留的作业就变成了这个，当然不完全是框，框后边有一排注脚，叫做窗洞圆，太可怕了这个，对吧？你把所有事都说了，院景，还有还不太搭嘎的边缘。当时看这个我就懵了，就是你留个作业，就是当时我说出来了，我说你留个作业你口收窄一点，就是我们本科的时候写论文或者做作业，老师都会说啊，你这个范围太宽泛了，尽量把它收窄。结果好，我师傅这么回应。但是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都有用。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北京，人在北京，去了一趟颐和园，实在是没有什么感觉，而且要求我研究的是以江南园林为主，那怎么办？就是我原来认为你学园林，你起码去看看，对吧？那游园，但是肯定没机会了。我那时候特别穷，我现在也挺穷的。大家都来我们工作室干活吧，让我先富起来，然后带大家去游园。游园我肯定没希望了。造园这个离我太远了，我师傅在造园，我说了一句话把他惹恼了，气得他给我留作业。就只剩下这两件事了，有人写园，这是我当时能找到的。我今天讲的完全是我可能会非常散，一点一点的，可能相互之间没有关系，大的是有脉络的，小点之间都是并行的，因为我很想呈现一个我当时在学习的状态，就我真的是这么读书读过来的，就是在过程中有非常多的困惑，然后因为这些困惑开始渐渐的，每一个困惑渐渐的成为我的快乐。当时我真的是在纸上列的，当时我也没有电脑，穷成那样，然后拿一张纸在那写。我能找到跟缘有关的就是这么些事儿，有人写缘。那我发现以我的经济还有时间条件，我只能干这件事。我试着写过缘，就是在我还一无所知的时候，然后大二的时候，曾经就是学校组织去江南、去上海实习。去过一阵园林，我对那儿的茶很喜欢，对，但是对园林一点感觉都没有，只剩下读园可以做。这个也告诉大家什么呢？就像到现在我也没有去过法国、意大利，但是我
我可以讲哥特讲巴洛克，意味着其实学习是有很多方式的，会有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朋友从我这儿了解西方的文化，意味着其实对于学习来讲你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学不好。像我师父也从来没有出过国，他之前去德国也给德国人讲德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德国人坐那儿记笔记没有走神的。我为什么选择了读研？但是我之前的选择大家发现没有，它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在这个时候你很难摆正心态说足够虔诚的去为这个权宜之计，为了这个退而求其次其次其次又其次的办法，你指望能学到东西这太难了。所以我开始琢磨上述几种行为它究竟差别在哪，我一定要先找到读研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做不到的事，它能给我独特的经验知识或者智慧。那么先想想游园，游园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都是我当时在纸上写的东西啊，就直接把我当时的思考笔记扒下来给大家看啊。当时我所能想到的是，游园是所有体验平等的充斥感官，对吧？你进入一个园子的时候，你能听到鸟叫，你能听到风吹翻动，是吧？然后你能看见你该看见所有的东西，然后被挡住的东西你一个也看不见，然后你会踩在那个石子路上，该硌脚的硌脚，该舒服的舒服，你能摸到石头，所有的感官都是充实的。这是之前为什么我在接到作业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去游一下。但是平等的充斥它意味着无序，你没有选择，当把你扔在园子里的时候你就在体验了。就这对体验本身没有错，是因为我们将来造园都是要希望游园的人真正进去的，真正体验你的园子。但是学建筑的一个差别在于将来你要做的是造园者而不是游园者，将来你的作品是一个活生生的园子而不是一两篇游记或者一两声赞叹。所以无序虽然不损伤体验，但那只能带来游园者的视角。所以当时呢，就是当然有一部分心情是有点阿Q 精神啊，就是我去不了，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嘛。就当时我就安慰自己说，你去了也只是一个看热闹，刘姥姥进大观园，内行看门的，你凭什么看门的？所以我基本上打消了借钱去那儿的想法。面对无序无能为力，那绝不是造园者的视角。那好，造园是怎么回事？说造园当然是造园者的视角，对吧？他干这事儿，但是造园者从哎那时候我写东西还是挺骚的，但是为了忠实的保留这个，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的，但是不算错误。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造园者一定有他在下手做这个园子之前他想干的事儿，以及他的当时所有的学识和记忆。就像咱们本科要受5年的教育，然后研究生3年，是吧？博士生在5年，博士后我不知道多少年，那是我们的来处。就是在我们下手做一个作品之前，我们之前有非常长的路，要到哪儿去是他到底想干嘛，这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只有知道造园者想干嘛，接下来才能知道他是怎么干的，对吧？再接下来才能知道他干的怎么样。当你能知道他干的怎么样，你才能知道我想干嘛，我该怎么干，我干的怎么样。所以造园这事儿我也打消了，其实早就打消了。就当时在5名的时候我发烧，然后去看医生，病历本上我写了建筑师，我师傅看了冷笑了一声，你建筑师呢？写员
就当然这是读研的前提，如果没有人写我读啥。写研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个时候我之前读过一些文学评论开始起作用，写研的人没有选择，他们必须得排序。我师父也讲过关于卡尔维诺，就是所谓落叶缤纷。那这卡尔维诺他在文学创作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焦虑，就是当他看到有一棵树在某一刻那棵树上的叶子纷纷落下，他想要详尽的描述这个场景，但是他发现他不可能，因为他必须要选某一片叶子开始到某一片叶子结束。他想要描述的是我刚才所说的所有感官平等的充斥着你的体验的这种感觉。但是文学作品它的最本质的特征是它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对吧？它先写第一个字、第一个词、第一句话、第一段，它才能渐渐的完成这个东西。这是文学和电影非常大的差别。有机会我再带大家看几部电影啊，就里面有非常多的交织，是文学家想要干导演想干的事儿，然后导演想干文学家想干的事儿。又跑题了。那么卡尔维诺当时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某一个空间切一片，那这时候他仍然要让这个时间凝固到某一刻，但是我们在园林里面时间不断是流动的，但是我们不在园林里时间也是流动的。这对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以后的，就是更最经典的，其实后现代的文学，如果有兴趣，对文学有兴趣的，推荐两本书，一本书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作者我都不记得，你这把名字。还有一本书叫做《万有引力之虹》，这是最经典的两部后现代的文学作品。就是他们为了让读者感受不到他描述的顺序，就他会先从头到尾的叙述这个故事，然后故事本身可能很没劲，但是他会像裁拼板一样把它裁成很多片，然后洗牌，直到他把最后一件事儿说完。当然他会选择，仍然有选择最关键的一件事儿说完，然后读者才能真的领会整个故事的情节。但在你不了解情节的时候，他讲的每一个片段每一个场景都会更凸显的表现在这个读者面前。那大家看，哎，学建筑是一个很好的事，干什么都能用上。但是这不只是外国文学会面对这个问题，中国文学也有。就是实际上我读外国文学非常少，就是我英文很差，就是我中国古典文学读的比较多。明清的小说有一句话是最常用的，叫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表达的就是卡尔维诺的焦虑，对吧？有两件事同时发生了，然后写的人他是想同时写来着，但是他就算同时写了，看的人也没法同时看。所以写源给我提供的启示是，文学这种方式逼着他们必须要排序，排序意味着你知道先后轻重大小。那么由此我选择了该读哪些，因为一本元宗，大家知道元宗吗？就是陈宗中先生编的，非常厚，当时拿着那本书我就晕。后来想通这点以后，突然发现我要读的不过是造园者写的园子。造园者他心里，他在造园的时候一定是有顺序的。大家做过设计，你总要从第一笔开始，从第一个概念不断的演绎发展它，修正它。那么当他心里有这个顺序的时候，他下笔的时候往往是按照他觉得核心的真正的顺序来写，这时候一本园宗就非常薄了。所以那当然是造园者的视角，那将是我们的来处。这时候我决定要读他们的东西，而这个时候读源已经不再是一个退而求其次的一个选择，而是我不得不经历的。如果真的想成为一个行家，有一天进入园林里面，
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找到其他的办法，因为真正好的造言者基本上都入土了。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读书的习惯，我会先读最经典的。当然很多，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是我碰到很多比我小几岁的那个小朋友，他会觉得经典是一个很二的很土的东西，就是在还完全不了解经典的时候，有太多人咒骂经典，说那个东西迂腐过时，对吧？我们要时尚的东西。但是我始终不会，在一开始下手的时候，我读的不是前面开的那些书单，当然有重叠的地方。当时我是直接去问我师父，我读什么书，然后为了给我节省时间，然后师父给我开了这个书单。然后当时《江南元音志》是我最后读懂了几句话，而且也完全不算懂，只是认为自己理解了几句话。当然下次我不会讲啊，就是这个对他浅薄的理解差点把我给整死。然后《闲情偶记》是，当然童俊先生是造园的，鲤鱼也造园啊，这个记错了，对不起，打错了字。然后原野不用说了，这是中国最牛叉的一部完整的园林著作。林泉高致是画论，当时我不理解，其实我是读到一半的时候才开始理解为什么我师父让我读林泉高致。那么好，开始读。我是想我的顺序是这样的，我是按这顺序读的。读的时候我什么也记不下来，读完江南园林志我当时就懵了。我在这想，佟大师就写了这么几个字儿，他想告诉我什么呢？后来其实是读《闲情偶记》才开始读的有点意思，当然里面有很多就是唱戏啊，就包括评论女人啊什么的，有很多跟金瓶梅交叠的地方让我可以理解。但是第一遍读下来真的是摸不着门，但是只不过是《闲情偶记》里面有一句话给我启示非常大，因为那时候我基本上现代建筑学的就是在这个系统下教育出来的嘛，就是你做设计学设计都是画图。鲤鱼说了这么一件事儿，但是这跟园林没关系啊，但是它是我当时，这是我真正读书记的第一页的笔记，就是我的笔记的那个，就当时我在纸上就是这样，没有图都是我后加的。当时我笔记的结构就是我会按照这个古书的记法，就是因为我从小读这些古文更习惯这个顺序。然后哎，怎么全都是这个粗略字，当时也没看。然后最右边这个是出处，然后我说我当时没有电脑嘛，然后我会抄这个原文，然后把觉得重要的东西，当时不是写红的，是你画一下拿荧光笔，然后后边写我自己的这个体会。这个东西叫批评，他说批评不是现在说批评就是都是遭到批评了，就都是很糟糕的东西，你挨骂了。但其实批评是两个动作，一个是批，一个是评。这个呢基本上相当于批，就是他知道就是古典名著都有金批三国，毛批三国，这个是张批的《闲情偶记》，但是发表不了。有兴趣爱读书的人可以，我希望能提供一点帮助啊，怎么读这些东西。当时鲤鱼就他说了，因为鲤鱼做过很多设计，然后他做完以后，他心里会很冲动，就会找人说。他就说这事儿，说心智就是你新做出来的设计嘛。大家知道设计有两个英文单词表达，一个是 design， 就是第一是导出嘛 ，design 是图像能看到的，它更像是绘图员或者说做构成这种行为。还有一种是 plan 是，我口语很差 ，plan 是计划，它是你在筹划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儿。那么心智呢，说的就是后一种。当然他一定要通过第一代把它表达出来。你设计东西一定是别人没见过的，那么
但你就算老说，你有很多也说不清楚，所以呢，你不可避免的要画图。这跟咱们就是跟中国人做设计跟外国人反的，外国人先画，画实在画不清楚了，标注几行字，咱们反过来的。但是这个我很高兴，因为我上本科的时候画图就画得非常糟糕。然后图有所能绘，有不能绘者，就是你有画得明白的，你有画不明白的。不能绘者十之九，这个比例让我非常满意。能绘者不过十之一，因其有而解其无，就是说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样子，就是我给你画着参照一下，你领会精神。是在解人善无耳，就是你能读图。李渔是认为图是一个没有文字有力量的，中国文人基本都这么认为。这个例子其实在西方就变得很苍白啊，你大家真要看一看万神庙，你不把它画出来，你不知道它有多圆，你不画铺面，不知道它那个球到底有多精确。但是我所知道，德国有一个景观学校的跑到留园去看，他们大为赞叹，就是被那个留园的这个造园所震慑。就西方是没有这么好的，就他们叫环境嘛，这么奇妙的环境的。然后他们临时决定，咱们测一测这个园子。然后德国人大家知道，就是在西方人里也是最严谨的这个德国人，他们开始做标准断面。因为他们也发现，就中国园子不是平地，就不像法国园林一样，你一大平地，然后就像秀地毯一样，你把那个几何性盖住了，就你基本上你只要量量尺寸形状，你就可以按几何性画出来。中国园子发现不是，高高低低的，然后外出里进非常复杂。然后德国人发现，对付这种客体实测的客体，一定要用标准断面，连续断面，就非常近的，就可能就是一米甚至半米，就是来切片来描述这个园林。他们在那儿待了一个月，一个廊子都没测完。他们应该先看鲤鱼的东西，鲤鱼已经说了不能绘者十之九，但是他们基本上度量了这件事，能绘者不过十之一，后来他们就坐飞机回去。当时我特别高兴，然后而且当时我不断的在做自我安慰，就真的做研究读书有很多过程是很痛苦的，没有我今天讲的这么热闹，而且会很寂寞。就是在你开始有一点造诣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来找你聊，有兴趣的，比如今天会有这么多同学听课啊。但是在我看的时候，谁爱理我，对吧？你想找人说去，浪费别人时间，你什么也说不出来，你只能说这东西画不出来，你说说吧，我说也说不出来。所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心理安慰，我当时就写。原有其不能绘者，亦应有其不能游者，独园当有其游园所无者。我不断的在给自己宽心，活着，要不然活不下去了。然后紧接着看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江南园林志不是从头到尾做的笔记，这真是我读一段闲情偶记或者读一段原野，能想起一点江南园林志里的东西，赶紧翻出来。就当时我看书不是按本看的，是按床看的。就所有我打算看的书，我先扔床上，吃的喝的也扔床上，把自己扔床上，一段时间就不下来了。童先生提供了一什么起点呢？王树老师说我这画的像蜡笔小新。童先生说：“原之布局啊，虽变幻无尽，而其最简单的需要。”实全含于原字之中，大家知道这繁体的原啊。当然后来我去查《说文解字》，查字林，查尔雅，完全没有查到这个解释。我才发现其实是童先生自己，就是他自己瞎掰的。当然不是瞎掰，我相信他在，因为他是奠基人，他之前没有现代人做过园林的理论，所以他一定也是游过园子以后。发现很茫然，然后面对那些文字觉得更茫然，然后他看着这个原字一定发呆很久。他突然发现一件事儿，什么呢？他看着原，他发现上面这个土字呢很像台梁式屋架，对吧？上次我讲了大坨二坨，对吧？这还有属柱啊，三角形屋架，这是个房子，中间有一行水，说南边这个枝枝丫丫的，这不是树吗？
然后这几个东西放在一块呢，它就是个圆的。当时这个字让我太开心了，就是哎，你突然发现其实哎，童老先生他也很幽默啊，他看这东西视角非常轻松，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视角有多么沉重，那当时是帮我大忙了。结果其实这个是我就是之前试着读，我是在读完这些苏州历代名言偈，我大概看了一下，然后我去问我师父，就是我看完以后毫无心得，我去问我师父读什么。后来我突然想起来《王氏拙政原偈》，我是先读的这篇，因为拙政园那时候我不知道苏州哪园子好，拙政园最大嘛，而且第一批申遗的，我就先读的这个。我突然想起里边好像描述了这个园子差不多，翻开来看，它里面提到对这园子的总体概括是有积水，更其中是吧？老有水，稍加俊致，环以林木对吧？为重屋其阳。这样水阳是在水北啊，山阳是在山南。哎，当我一看，哎，不就是这事儿吗？他只是没说这围墙，但是园子基本上都是围墙，中国外国都是，就是波斯那边对园子的这个，据说那个波斯文我念不出来啊，翻译成汉语就是围墙里的天堂。后来想，中国园林也是围墙里的天堂，只是大家对天堂的理解不一样。所以起码童先生从文字里面直接从字形里面就看出些门道来，这个让我开始非常放心的，哎，那就先来看吧。这还不够大，当时在北大的时候就吓唬人的，那个屏幕特别大，因为已经有了前车之覆了，大家记得我画的四合院里吓了自己一跳，把字弄得特别大，一定要尊重文字，这是与所有建筑学的实际是那种共勉。然后这个时候你终于开始能耐下心来阅读了，那么回到老师出的题，他让你研究框啊，窗洞圆院井边缘，先从框开始吧。那紧接的事儿，我之前不是说过那句话吗，框无非是在墙上开洞干嘛呢？取景。这个是我之前我师父就是示范给我看的。那么接下来一件事儿是框在井先还是井在框先？说白了，是你先弄一窗框，在对面弄一个看的东西，还是先有一东西你开框看的？但我突然发现这是一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先放弃这个问题，在研究一下框之前，因为你框不能飘着，对吧？它一定框是虚的那个东西，它不是实的。那接下来恐怕因为这个是我完全是在补基础。没有任何基础的，那你只能先看看房子是怎么回事，因为它是框的载体，否则这些框没地儿挂着。李煜在《闲庭偶记》里面就有房舍，他在讲向背的时候大概说了一下跟框的关系。他说屋呢以面南为正向，现在也是啊，就因为就是人类大多数文明都在北半球，所以南向一般都是正向，然后然不可避得，现在也是，对吧？南向会很贵，有的时候现在我住的地儿是东西朝向的，所以房租能便宜一点。则面北者宜虚其后，明白这意思吗？就是你正面是北边的时候，你南面多少要开点窗洞。面西者宜虚其左，这开始我就觉得很困惑，左西右东嘛，就是你面西为什么还要虚左？后来我才知道，左边在中国人是东。一个最大的差别，因为就是中国和欧洲实际上都是北半球嘛，就他们就实际上都喜欢阳光，阳光主要从南面照过来，应该是最舒服的，对吧？所以都是南北向。但是西方人他看待建筑的视角永远是把它当做客体，所以说。实际上这个逻辑是上北下南，其实它的逻辑是前北后南，就这样你拿着这个图是上下，但你平摆的时候是前北后南，这意味着什么？它是站在房子外面面对着它的这个图的房子，
所以南在下面是南一定朝着这个看图的人，这是西方人，所以他在这个之下呢，左西右东，对吧？中国人的逻辑是什么呢？中国人在房子里头，你一定是跟着房子一块儿，你是主体，你是朝向那个正向的，对吧？就没有人一个大南方整天朝北，那叫面壁。所以中国人的这个图像关系呢，南在上边，是因为这个北墙在自己背后。这样大家想一下，是不是应该左东右西啊？有很多小数，就都能显示出微妙的差别。然后在之后就很容易看懂了，就是你如果是东边的，你就虚西边，对吧？如果是朝西的，你虚东边。那如果东西南北都没有别的地儿，则开窗借天以普之，就是天窗，对吧？路易斯康经常干的这事儿。所以从功能上来讲，以及大多数审美来讲，其实东西方没有本质性的差别，就只是有一些微妙的变化。那这些微妙的变化已经足以让他们做出来的艺术迥然不同了。然后他还提出了换算的关系，就是有就是窗户，那户是门啊，窗户大的呢可以钉两个小门，然后洞就是因为你开在能开启你人能碰着地儿叫窗啊，你再高了它叫穴，叫洞，洞开的高的呢可以顶窗两扇，折下来是门四扇。就是这个道理呢，实际上就是上世纪初勒柯布西耶就是叙述了一下，对吧？大家记得柯布的简图吗？就高窗横向长窗，在柯木那儿它首先是一个高窗，就是窗开的越高它能打进室内的越深，对吧？这是一个建筑学的入门的道理，实际上鲤鱼非常了解这个道理。那么他提到高窗实际上比一般的窗的效率还要高，可以钉两扇窗，不可不知也。所以当看了这个以后呢，我开始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鲤鱼认为呢，先有窗框后有井。因为他在讲这个框该怎么开的时候，里面完全没有提到这个跟井有什么关系啊。而且从功能上它特别的雄辩，就是说就反正你要有一正向，然后你要开洞，他把这事儿似乎解决了。所以我当时在里面我就开始斗胆得出一个结论，说试试呗，就这个就是窗户还有开洞和取景无关的道理。那么如果结合前面的说呢，是可以认为呢，就是窗洞是置景的线索，是先有窗洞后有景的。那么你只要知道了窗洞开在哪儿，你就知道应该在哪儿经营景致，然后牵动全局什么的，就当时还是想。然后紧接着你在读原野的时候，就是人往往面对这种问题，就是说你读一本书的时候会特别明确的知道该怎么办，当你读两本书的时候你往往开始不知道该干嘛，当你读十本书的时候你就完全晕了，你可能需要更多的书来化解之前的困惑。读到前面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因为继承也这么说，说凡原土立基定厅堂为主，哎，这个还对，对吧？仙湖取景妙在朝南，这显然跟刚才鲤鱼说的事儿好像侧重点是不一样的。继承认为取景在开洞之前你要首先来考虑景致的事儿，就当时我刚刚有点喜悦，就被继承先生一瓢凉水给泼灭了。然后紧接着呢，他开始讲，然后因为被泼了凉水以后，心情就很糟糕啊。接着我就跑题了，下面这一支事儿是跑题的事儿，但是今天可能说出来有一点用，就是，继承，那看他说。定厅堂为主嘛，你肯定要听大师的话，那你就看看厅堂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么原因里面有解释说，堂者当也，其实繁体字写出来就很像，为当正向阳之物。他又说回来了，向阳什么朝南，对吧？
以取堂堂高显之意。哎，当时我觉得特别烦人，就是你究竟是什么观点？你说清楚啊！堂堂高显，这时候开始有礼仪的作用。然后当时呢，其实我之前在探原野的时候就存了一个疑，在这儿它等于被发掘出来了。所以这时候我告诉大家，其实读书的时候跑题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而且甚至它是你有的时候是你读书的全部目的。就比如说像我书单里开的《鬼心》杂志，它基本是一个考据的书，它会考据当时很多怪事怪人，但是其实它甚至会考据有一种毒蘑菇，毒死的都是当代名流，然后它来研究为什么它毒死的都是名人。后来我读完，其实我才发现，其实他对那个蘑菇没有兴趣，但是他在追查这种非常偏僻古怪的事儿的时候，他会被逼的读很多原本他研究问题不会去读的书。实际上，他真正跑题的了解的那些名人的事儿、了解的东西，才真正是有趣的。最后，他把蘑菇写在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当我再跑题的时候，我又找回了在读原野的时候一个困惑。就是在门楼记里面他讲园林无语虽无方向，这又无方向了，唯门楼记，就这是读书的时候一个必要的敏感，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会平铺直叙他的原理，然后他原理会说非常多遍，就往往一本书只是为了说一两件事儿。但是当他转折的时候，着重提出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他讲唯门楼记，要依厅堂方向，何宜则立。那过去觉得宜就是合适嘛，又给着吧没了。但是那时候我已经习惯了继承的这种叙事方式，这个变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其他的它都不规定方向，但只有门楼要依厅堂。紧接着你就会发现他到处在说这种事儿。继承还说，在立基里说，选项非居宅相，什么意思呢？宅相是你一般住宅的方向，对吧？你在园林里面盖房子，你的方向不必按着你一般住宅的方向来设定。紧接着，安门虚和听方，就如果他说一句，你可以认为是传闻，但是当他反复不断的在说这件事儿的时候，这又是门和听这件事儿，就是继承的，就是这个园林里面，就是听和堂往往是放在一起说的。当然，在大木座里面。在古建，在很多场合里面，它是有区别的，但是在继承这儿往往是一样的。结果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为什么专门把这个拿出来？现在我告诉大家，到今天我也没找到答案。所以我在这说，我不知道，因为大家的力量是更强大的嘛。如果或者有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可惜这不是课，否则我就给你们留作业。当然，有兴趣同学仍然可以做这个作业，我免费给你们发。前面讲到了何宜则立，那么如果宜只是合适而已，那么它前面的这个唯和一就变得很无厘头，尤其这个虚，它简直是一个规定了。那么体宜究竟是什么呢？到现在我也仍然没有答案，但是我现在正在写这个，准备写这个文章，就是我开始已经有一点眉目了，争取找一次讲吧。那这是在当时，我当时现在我倾向于推翻这个结论，但是在当时，你想找到题，但是这个之前其他时候读书跑题的突然开始发生作用了，因为我记得在。冯友兰先生写的《中国哲学史》里面曾经提到过理者题也，然后你知道题了，这时候没有疑，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我觉得有两本书是基础性的，一本书就是《说文解字》，就它是字典嘛，你知道这字从哪儿来的，它生出来的时候什么样，然后你知道它代代讹传成什么样，为什么是今天的意思。那么在那另外一本书是《周易》，《周易》里面的64卦里面每一个字都是中国艺术、文学、政治，是中国文化的
64个核心词汇，它的含义是在64卦里被确定下来的。那么当时我查说解字非常兴奋，大家应该能理解我的兴奋，查到了乙者乙也，这个时候体仪跟礼仪开始变成一回事了，这时候再有规定性的东西你就变得开始可以理解。那么这个为什么安门虚和听方，然后实际上因为可能读书是我一癖好了，就当时我在读园林的时候就是读得很苦闷，然后你就会读一些其他的书来化解那些苦闷。我一般我用来化解苦闷的是庄子，因为写的实在是太轻松太好玩了。当时我注意到《逍遥游》里面有一句话，它讲的是无精不起眼，它前面讲的是列子御风，大家知道列子吧，它能飞，驾六栖而行，就是你不长翅膀飞了，我觉得这事儿很可怕。后面他说无精不起眼，由何憾而无极也，就是你说的没边儿嘛，对吧，你这牛吹得太大。大有静平，就是现在说的大相径庭，说差得很远，实际上是从这儿来的，最早从这儿。大有静庭，不见人情。当然我注意到他的注啊，就是之前你没睁开这只眼的时候你永远看不到，但是当时扫过的时候，因为大家记得应该都看过吧，就是中华书局出了一套这些古籍，就它的注其实都是小字儿竖行排在那儿，当时扫过一眼这两个字儿就突然映在眼睛里面，你马上就会看它里面注的是静是什么，门外路，亭是什么，堂外地。当时这个问题我只推到这儿，然后我当时突然想起来快要交作业了，我就放下了这个问题，一直放到今天。我早晚会捡起来，当然也希望在座有同学趁我捡起来之前，如果能先把它捡起来，我感激不尽。那么房子的问题你看得差不多了，就你大概知道他们认为有的时候矿在井先，有的时候井在矿先，在矿这个批呢是我之后批的初画入画，因为后来我发现它的标准基本都跟绘画有关。而且鲤鱼也自己抽自己嘴巴，当时发现它前面说了一大堆你怎么开窗，后边在取景在界里面它找过了一句开窗莫妙于借景，就是又跟鲤鱼的这个关系差不多了。但这个时候当时我已经崩溃了，我已经不在乎他们究竟就是持什么观点了，因为这个本身就挺有意思的。所以有很多智慧并不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恰恰是你能容纳多少矛盾，你不必急着把它解开。那么我当时说啊，那么井要在窗前面吗？这时候已经开始有点就像说相声的捧哏了。这时候你再去看原野的时候会发现好多特别逗的事儿，比如说原野里面在解释屋宇篇里面解释楼，他说说文云重屋曰楼，尔雅云狭而修曲为楼，言窗有虚开。当你研究的问题是一核心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亢奋，你发现楼是用窗户来定义的，当然它从形态上要重屋，接下来就是它这个为什么叫楼，是诸孔楼楼然也，是因为它开洞。这个是一个我特别喜欢的楼，是沧浪亭的看山楼，你看它其实并不高，但它非常的开敞，而且它的名字就告诉你这楼是干嘛，看山，它的核心是动词。你们讲隔者是什么呢，四阿开四有，它四面要开四扇窗，你发现隔也是用窗户来定义的。这时候原本你学建筑学的人就会发现，哎，其实你研究这个并不跑题。严格也说到有，这是狮子林的卧云阁，也叫卧云室，大家发现它甚至不满足于只开四面，它会让这个褶皱，对吧，会开非常多的面，这是阁。蟹是什么呢，蟹者极也，极景而成，极什么，凭借依靠。所以这个时候他讲的是这个房子以外的事儿，
它只跟景有关，这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回应之前我的问题，这个究竟该怎么处理了？而接着呢，一般就是因为我之前研究古建的，我知道这个有一个现在术语叫形制，对吧？应该是很严格的，你能定义的很清楚的。他这儿讲能把一般学古建的妻子，因为古建园林老放在一块儿说，他讲志意随态，爱怎么做怎么做，你只要能及着景，他就可以是谢的。然后再接下来，我开始有点发现原野叙事为什么之前显得那么飘，现在发现它的核心抓得非常的紧，它真的是一本书只告诉你几件事儿，它生怕你不明白，它会一遍一遍的说，但之前它一遍一遍的说，我还真是一遍都没听见。它讲书房机啊，内构斋馆房室啥都有，它没有区分和界定这些东西，像界外景自然优雅，深得山林之趣。因为你发现所有这些东西，它不管是什么，它要干的事儿都是戒和德，都在它以外。所以在之前界定古建的时候，咱们会谈什么是华拱，对吧？什么是令拱，什么是泥道拱。哎，到这儿你发现没有这个定义，只有它的目的，这事儿开始有意思了。这个时候终于接触到鲤鱼的第一个设计，这个设计非常有趣。他说我过去啊住在西湖边上，那个就打算买一条船，那时候买船估计跟现在买车差不多，鲤鱼挺有钱的，一帮女朋友养着的，也很多大官也共吃共喝的，这种好事越来越少，这种好事现在看不到有学问的人。然后世事由人，说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船怎么装修啊，我完全都不管，爱啥样啥样，不求稍异。就这个就很奇怪，因为鲤鱼做事儿处处标新立异，就是他干一件事儿，他以为就是他会认为这件事儿自古以来没有人干过，他会抢先发表，然后来爽一下，但是他不求稍异，这就很奇怪了。只以窗格异之，就是你就能看到窗格在古代文化里的作用。他的设计什么呢？这是他自己画的这个那个效果图啊。他说四面皆实，就都封严实了，尤虚其中，就是这个，而为变面之形，就是做一扇面。这是那窗户，大家看到了。这不是鲤鱼，这估计是他的两个女朋友啊。我数啊，我数没数清楚，两个还是三个呢？这是他那设计，就其他都很普通啊，但这个在船里基本上还是看不到的。然后他开始写设计说明，哎，你看，这就是其实这一句话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对吧？其实画这个图是为了，我觉得他是为了显摆这个，这个其实完全能还原出来，对吧？他说坐于其中，则两岸之湖光山色、四冠浮屠、云烟竹树以及往来之樵人树、木树、醉翁游女、连人带马进入变面之中，作我天然图画。就是大家发现他其实这个意义真是不太大，因为他这个设计从头到尾，从头到尾他关注的都是这些，他设计的其实不是这个窗，而是从窗里进来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时候我发现，当然我的批注是其所异非窗格矣，实所收之盛景也，故中国园林并建筑，当时我一直想把建筑烧上，后来又遭到了鲤鱼的当头一棒，待会儿就能看到了。其去意变化非尽在实体，而多在其所虚，虚则有所待，就是你那个叫什么虚
虚位以待嘛，对吧？你必须得把那儿空出来，才能有东西进来。带着外物也，这董公就是我师父，所谓之关系。那当然，我之前听我师父课，这个是关系，关系并不是双方中的任何一个，而是他们俩之间。而他接着又开始说，此窗不但于己，兼可于人，不特以周外。他说就是刚才说的是我坐里边，外边东西都是我的扇面画，对吧？他说但是呢，实际上我坐在船里，我也被外面人看，我基本上也是那个扇面上的画。因为我当时在这说，哎，看与被看啊，这个是咱们经常提的，说皆在于所虚，就因为一旦你虚了以后，它其实是两边能看。后面我会讲到窗格的时候，中国园林对这个的思考非常之多。所以这个时候你再重新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安亭德景，这个原野里面，市花笑语春风啊，虚阁印同，青池寒月。你发现安亭是为了什么？德景。阁是为了什么？同。石是为了什么？倒影儿的猴子捞月亮。没有一个东西是描述它本身、设计它本身的，都有它之外的一个东西被它的虚所映射。所以当时我住的是不在亭阁池也，是景同月也，醉翁之意，不在这些，得不寻而欲之久也。所以这时候你开始明白，他说以内观外呢，不是一幅遍面山水，你看外面是山水吗？而以外观内，亦是一幅汕头人物，他自己还有那几个美女。这个时候大家看他沾沾自喜，非常兴奋的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作品的评价是遍面山水和汕头人物，这是两种非常经典的扇面画的形制。对，这时候大家可以发现他所有的这个动机和评价标准都是画，既不是那个船，也不是船外的山水，也不是船里的人，而是它成了画，出画又入于画，它标准也应该在画里，而不在山水床动自身，甚至连山水都不是。这个时候我开始理解为什么我师父让我读画论，让我读林泉高致，以至于后来在做完这个作业以后，一口气把中国古代画论那边都给读了。有机会给大家讲讲画论。因为之前大家还记得我之前的那个笔记是吧，我迫不及待的想要把那个建筑跟这个船给拉在一起，就紧接着就被李煜给骂了。他说遍面不得于周，而用于房舍，是趋势矣。说这活儿就干得不怎么样。大家看到这是那个遍面对吧，这是拙政园的与谁同作轩，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但其实真正想象一下李煜的这个评价不无道理。它的区别在哪儿？就是它所趋在哪儿？但是你被人骂了以后，你一定要想想你错在哪儿。当时我想我错在哪儿呢？它唯一的变化就是船是能动的，但是这个建筑是不能动的。那这个时候又给了我一个问题，就到现在实际上也没有真的完全解开。第一个作业留给我太多的问题了，是画不是静止的吗？当然后来读画论的时候，我开始有点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干了，但是当时我是完全不理解，是保留了这个问题的。就之前上上周六的论坛里面，咱们古建班的一个同学就是讲了他写的论文，讲得非常的棒。但是可能我当时也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做这个时候发现我可能当时我比他状态好的地方在于，当时我能容纳问题，我没有着急解释它，就甚至可以把它留在今天慢慢的解决。但这节课我不会
给大家讲我解决掉的程度啊。但是希望提醒大家的一句是，因为做过这个，我能理解在初学的时候会有太多东西不懂，所以适时的保留问题是大有好处的。然后他接茬儿在说这个，就是说晚上怎么办，对吧？白天你能看得清楚，到晚上不是瞎了吗？他说此窗呢，如果你再做一个纱窗，你画上灯色花鸟，然后绷在那个边边画上，这一到晚上你开灯，这你发现什么？自外观之，从外边看里面，你这就是花灯啊，是一盏扇面灯。那白天呢，反过来光从外面打进来，里面是黑的。就是他那个是，其实有的时候设计真是一句话就够了。他说了四面皆实，对吧？独虚其中嘛，四面皆实是为什么？要让里面足够的暗。后面我还会继续讲里面为什么要暗。那么白天你从里面看光彩相照，也和关灯差不多。这时候大家发现它仍然不完全是它自身，就开始有光被引进来。唉，然后我刚开始觉得这个挺妙的，因为我发现房子里你可以用，然后紧接着又被他说，然这然是但是，我特别讨厌他的然。此皆为窗外无景，求天然者不得，故以人力补之。若远近风景尽有可观，则焉用此碌碌为在？但是你说瞎忙活吗？就是当时这个给我的启示是，立功就是鲤鱼了，立功之心常警惕其所为。他做了这个设计，他当然很高兴，但是他，我觉得我特别佩服的是，他永远有能力跳出来看看自己在干什么，并且对自己的工作做评价。基于得者，这是我夸他的话。这个时候，另外一个让我觉得有趣的是，因为之前这似乎已经解决问题了，是既然他的画他的作品是用画来评价的，为什么他用真的画绷在这个扇面上的时候，他认为是一个不够好的东西？这个问题我今天会解决。然后接着他说了一件让所有的设计师都很崩溃的话，就是之前几次，有一次就是你们毕业的有一个师兄黄玉志同学讲了他的设计，当时我就是我在点评他设计的时候，其实因为他很敏感，他能看到很多美的东西，但是目前还很多做不进建筑里面。当时其实我遭到的是同样的问题，所以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其实就是这段话。当时这句话说完以后，就是说的严重点，差点放弃设计了。他说什么呢？说若能实际一段闲情，就是说你的境界如果够高，有一双慧眼，那么过目之物尽在画图，入耳之声无非失料。就是你就算看一个垃圾场，你也觉得它是山水，对吧？你不管听见什么骂人的话，你都觉得是高山流水啊。这个状态非常好，但是这个状态它会导致人做不了设计的，就你只要看就好了。所以实际上有一个好朋友叫藏峰，是从非常出来，但是他做工作室叫重设计三个人。他曾经跟我说一句话，对我启示非常大。他说张毅，你为什么做设计？我忘了我说的什么，当时说的非常没谱。然后我说你为什么做设计？他说我做设计因为我不满，因为我对现状不满，所以我才想改变它。这个时候我才知道怎么下手，并且知道我下手以后做得怎么样。所以这句话过过就得了，大家不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不要追逐这种境界，追到以后基本上就啥也干不了了。鲤鱼的第一个设计完了，那么当时是很兴奋，但是有一件事让我觉得挺难受的是，他说了半天那么热闹，其实就开了一栋扇子型，做了一纱窗，现在也都有。
我如果真要做一个设计，我光开一洞，对吧？现在我交上去是会不及格的。接下来的事儿比较让人震撼，李云又做了一设计。这设计的起因是什么呢？他认识一雕塑家，做了一个他的像。因为他的名字呢，就是做的很像神气宛然。因为他的号，就是他的这个雅号呢叫笠翁，大家知道笠翁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嘛。所以呢，他那个雕塑家哥们儿给他做的是一个把钓，就是坐在那儿钓鱼的这个姿势。他把这个雕塑端回去以后呢，就想找个地儿放嘛，因为他艺术品嘛，你得找个架子。他就开始琢磨，他说：“你既然拿着钓竿的话，你肯定坐在机上，对吧？大家知道机是什么？就是水面的平石。你肯定得找一个石机坐着，然后代表下面是水面的。好，那么有时不可无水啊。然后他就开始挖了一个塘子，水塘，对吧？你竿得放进去。有水不可无山呐、啊，就是，这是我说的不知足的好处。只有你对现状不满的时候，才能做出设计来。好，他开始在对面堆了一座山。他说：有山有水，不可无笠翁溪钓归休之处。说这钓鱼的，他钓完鱼他去哪儿？他盖了一房子。这解答了我之前所有的问题。哦，原来就是一步赶一步，你是可以做出一整套设计的。基本上有山有水，有房子，大家发现没有？童老先生说的一个园子基本上都有了。遂迎此窟，窟就是那个房子，代表它盖得很简陋，以居之。就是你发现它其实，它为什么造了一座园子？它的动机是什么？因为它名字。他叫李笠翁，一哥们儿给他造了一像，紧接着大家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牵扯了另外一个不算题外的题外话，就是中国园林，大家不要对着那张平面图来研究它，在还没有成为行家的时候，因为大家看到中国古代文人是怎么造的园啊，你对着那张平面，你喜欢上它不是什么好事儿啊，但你不喜欢它也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它基本上跟那个不能会者十之九嘛。这是德国人干的事儿，大家先把这戒掉，将来再等到开始造园的时候再研究那些平面不迟。然后有了房子以后，他开始干这个园林里面一件非常核心的事儿，就是他要开窗。这个窗叫山水图窗，又跟画有关，对吧？哎，你看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读觉得他们写的那么散，到开始找到核心的时候，发现他们那么啰嗦，怎么一句话翻过来掉过去的说。他凡是此窗，进步宜深，进步就说他进深，一定要深，就是他指的这个是那个进那个深呢，是指人和这个窗子之间的距离，说。使作者观山之地去窗稍远，很清楚啊。则窗外之阔为画，画内之阔为山，山与画连，全都是画，对吧？无分彼此，见者不问而知为天然之画矣。他干的事就是画。这个解释为什么要深？他还怕你不明白。他说：“浅促之物，就如果这进深特别浅啊，你坐在窗边上。”你很容易探出头去看看外边是啥，但见山而不见画，但是纸啊，当你头探出去没有这窗框的时候，你只能看见那座山，你看不见画了。作者身心有时埋没，非尽善之至也。你这个事儿就穿帮了，干砸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发现，实际上他真的就是有很多人讲中国园林的核心在于借景啊，在于取景啊。这个实际上和讲中国园林主要在于它本体，在于盖房子、种树、挖鱼塘，其实同样有时偏颇，是因为大家看到，就算你取到的景，他仍然认为不够好，他要的恰恰是这两个居间的东西，中间是画，究竟怎么过的，接下来都是，大家看到没有？实际上，
留言里的这个比这个比我图片里的效果还要好，这因为毕竟是一张图。那当你身处一个非常暗的房间里面的时候，就是它是真实的，这是平面的，你在平面里表现平面其实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事儿。当你能在一个空间里面看到真实的东西掩映在你面前，是一幅画的时候，希望有同学会哭出来。紧接着你会注意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原野门窗里面讲到，切忌雕镂门孔，应当琢磨窗缘。就是大家读一读原野仙踪，你会发现大多数话说的含糊，这是中国人的特点。但他在一堆含糊的话里面，如果有一两句说的特别斩钉截铁，你一定要注意，比如这个切忌应当什么。窗和门的区别在哪儿？窗你是过不去的，对吧？除非太淘气了，而且照他这么干，你多淘气也没用。门是你一定会穿过的地方。那么雕镂的区别究竟在哪儿？这个我和我师父讨论过非常多种可能性，后面会讲一两种可能性。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之前写的都是批了，这个相当于一个评，这是你第一阶段我合上书本以后感慨，说框中所求者画之意也，框并不是目的，画才是目的，非本山也，其画境高于实境之意现矣，画意之要在其所藏意名矣。为什么？说你探出头去，这个就穿帮了，对吧？走光了。那么只有在你看不到一些东西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实际上这段话是基于我在，就我总有一个习惯，就希望大家也能养成这种习惯，是你尽可能的去区分两个貌似相近的东西。那么有框和没框最大的区别在哪？如果它只是一个框，它什么都不是，只是一根四条线的一个面。框和煤矿最大的区别恰恰在于墙，而不在于露出来的东西。煤矿它也露得出来，有矿它也露得出来，对吧？区别在于被矿外面的墙所挡住的地方。这个是真景和这个画境最大的区别。所以这个时候，当时我提出的一个设想后来被印证了。当时我的猜测是，矿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藏住了一些东西。当然我这个时候我在写这个藏字的时候，我还没有能力精确的定义它，一直到我最后把这个定义了以后，我这个作业交上去。接茬他又开始，这个其实是等于在复述我刚才的话。他说此窗虽多开少闭，因为你大家看到外面吧，就是有山水，有山有水，你肯定希望开着，但是呢你肯定有想关上它的时候。如果你关上的时候你用其他的窗棱呢，这个时候就不好看了，与画意不合。大家看到它反复在说，最高的标准就是画意，丑态处矣，就是它不是画就已经是丑态了。那么怎么办呢？他说呢，你要照这个样子呢，你裱一个板，你画一画，然后你嵌到这窗格里，这就是一真画。翻来覆去他干的就是这些事儿。这个时候你发现窗和画之间的这个因缘啊，要知道中国古代是有这种事儿的，就是你嫁一个人，如果你没嫁着他就死了，就有的会嫁给牌位是吧？所谓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这个结婚是当你窗这个框能和这个景能和画结婚的时候结婚，结不了婚的话我给你裱一个板，反正你脱不了干系，生是画的人，死是画的死人，它是标准。那么品窗不可不知画，那么画论不可不读也。但是可惜的是在做这个作业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读那些画，只给了我半个月的时间。这是他的另外一个设计，可能比较散啊，但是鲤鱼干的事儿都特别生猛。他说我特别喜欢鸟，但是我讨厌笼子，但
但它训鸟没，那个鸟没老实到就是说能在屋里老老实待着，开窗就飞了，它怎么办？它干了一件非常生猛的事儿。他说呀，就是我在我们屋子四墙呢，就是全我画了四幅画，画的全是花草树木，大丛林一样。像动物园里经常有这么干的，熊猫馆啊什么。当时想到就是这个，鲤鱼干的特别兴奋。他说那个，就是我点香，让这个香烟缭绕。后面我会讲他为什么要点香啊，因为他画完以后，他肯定也觉得那东西特别假。大家知道云雾缭绕的时候有什么用啊？那么，然后我喜欢的鸟呢？然后我，哎，跑哪儿去？他大概意思就是，他墙上抠了几个龛，它不是窗啊，那个墙会非常厚。龛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那个五面围合，一面开敞的，然后用这个就是老树枝呢，当成笼子嵌在里边。树枝跟他画的树是连在一起的，一个树杈，你画，然后到窗户那儿，哎，一个真树枝，然后把鸟续在里头。他说画指空气，鸟有实性。然后他后边还讲，我忘了他后边说没说了，没说这事儿。那我来描述一下，他后面这个文字讲就是他有一朋友跑到他家去，你看哇，你这四面画都是画，还画了鸟，那鸟突然动了。叫了一声，吓了一大跳，这个是他最高兴的。哎，就是你会发现，实际上，你真的如果说画是他最终的目的的话，你发现他并不能满足于画，他始终希望把真的东西跟那画模糊掉，这是西方人最不乐意干的。你一定要先把定义精确，对吧？要是说康，他一定会把。承重的墙，那不承重墙，那一定不会顶到顶。然后风块玻璃，他告诉你这是不承重的。中国人，他希望把所有东西都模糊掉，在这种状态里面，觉得特别嗨。那么框有了，知道框的意义以后，中间它有格子，对吧？格子我批的是文雅，也是后来的这个体会。文是什么？文是装饰。过去的纹身，就是基本上雅是什么？雅跟现在理解差不多。雅在《说文》里面讲的是雅是一种鸟，文雅其实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啊。文不是文学的文，就是文过是非的文，就是它装饰嘛，对吧？它是更繁复的东西。雅说是有一种鸟，这种鸟呢，就是通体皆黑。通体皆黑的叫雌，黑背白腹的叫雅，就黑白两色嘛，现在比较简单素雅。当时我看这是企鹅吗？那你起码知道雅是一个相对来说现在叫做简洁，对吧？用过去叫简练的东西。格的标准在文雅之间找一个点。鲤鱼他讲过窗门啊，就是讲这些窗门，他这章就叫质体宜坚，就是说应该结实，这个非常有悖鲤鱼的这个一贯作风。他很少关乎功能，但是他现在他说窗门呢以明透为先，这是他的目的，他一定要能透光透景，对吧？栏杆以玲珑为主，这些都是我能理解的。但是他后面讲然此皆属第二义。当然其实我读到这儿的时候非常兴奋，难道还有比这还牛的事儿？他说据守重者尚在一字之间，得结实，结实以后才能讨论这个东西究竟好还是不好。后来我开始盖第一个房子的时候，我真是对这个体会开始深切了。当时盖那房子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它的空间啊，甚至没有想过它功能啊，整天睡不着觉，想的是千万别盖倒了。大家应该早点盖房子，体会过这个以后，就有机会浴火重生了。他接茬说：“总其大纲，则有二语，宜简不宜繁，宜自然不宜雕侃，
凡事物之理，简思可计，繁则难久。为什么呢？顺其性者必坚，伐其体者一坏。是讲木头这个东西呢，你真砍削多了，你让它太细了，它很容易折断的。但是你顺应它的本性，这个时候它可以用的久一点。它讲的在这个时候仍然是这个功能。接茬说，越说我越觉得跟美学不搭嘎。根数越少越假，少则可见，眼数越密越贵，密则纸如易碎。因为它冬天要封纸的，大家知道如果大了以后很容易就吹破了，你格。我当时看的时候太讨厌了，你说了半天美学的事儿是吧，咱们研究园林都是它应该基本都是美学问题。我没想到鲤鱼先清我记里面讲到窗栏之体不出，纵横起斜区区三项，样式非常的少。但是这个我原本想贴图来着，后来发现太多了，我实在贴不过来，大家回去看看，五六十种图式，但是真的就是三种，略有变化。所以我不知道有些书它会出版了，就是专门用来穷尽中国古代这个窗格的这个变化，在渲染这个变化，其实没有几种。原野里面，那你发现他们俩之前意见经常不一样，之后他们俩居然还有一样的。你会发现古代文人大多数的核心思想是非常连贯和一致的，说古之富有，古代的这个文创多于方眼而菱花者，方的是正方的，菱花是菱形。后人简为柳条阁，俗呼不了窗也，姿势从雅。大家看到在文雅之间，他们更倾向于雅，就是简单的那种形制。我增减几世，内有花纹各异，一尊雅致，雅才致，故不脱柳条式。到他这儿变成一种了，对吧？鲤鱼还是三种，但是继承更早了。或有将栏杆树为护阁，丝衣不密，亦不可弯，不密。所以有很多我不太清楚。今天最后我会讲一个我做的窗格的设计，但是之前我做的是我对设计的一个修改，会讲这事儿。因为就是那个之前的设计几乎是我读这些以前跟着董老师在广西做的，那么当时我不知道这些，后来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们很少在这里面谈美学。但它不意味着没有美学，但是如果现在真的设想我当时的我，还有现在多数同学，如果现在真扔到园林里面去，面对形式各异的那些窗格，回来难免不走火入魔。然后再翻回去看童俊先生怎么说的，他说门窗为屋宇之点睛，推陈出新，繁简不一，原野装折各式，均有柳条地掩至景字杂花，变化至今难为思虑。基本上从古至今都是这么干，都是在这条主线下做的，但是现在去看看那些写的像游记一样的园林评论啊，在赞美这些，像继承说过非常多这种话，都是封窗，阁棱之外户，宜疏广简文，简者亦可用也，还可以再简。他讲封窗遗书，对，这是在不同的章节里的。有书而简文，数用亦可。当他反复在说的时候，但是真的是我反复在强调，当时我在读这些的时候，我当时真觉得我之前太缺心眼了，就是他一直在这么说，但是我几乎视而不见。就科布写过一篇文章嘛，叫《视而不见的眼》，里面讲的是有些人睁眼在看，但他是瞎的。那时候我真是瞎的。
后面我会用我的设计来表明我那时候有多瞎。然后栏杆里面也讲，栏杆信化而成，这个信化不是信手化，它是信是什么？遵从。信口信手都是，当然它不是信任了。如果用一定要用现代汉语来解释的话，它是遵从，是根据话。所以它你在读的时候有很多理解，它会变得精确很多，简便为雅。所以简和雅变成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些都是继承的话。简便为雅，一直是他说的。他说了这么半天，最后在他死后很多年，他被鲤鱼给骂了。鲤鱼说，鲤鱼觉得他还是有点太烦了。说其法穷奇极巧，如原野所载诸事，殆无一义。这个是文人对文人的，那当然他是后辈了，就你要尊重老前辈，虽然他已经死了，听不见了。殆无一义是什么意思？大概其没有大问题吧，后边才是他想说的，文人相亲了特别好玩。但须择其质稳极坚者为之，从里边选，怎么选呢？说否则一砖偶动。他很少这么啰嗦，但是他挖苦人的时候不惜笔墨。否则一砖偶动，则全壁皆清，往来附和者保无一时误触之患乎？坏墙不足惜，伤人犹可虑也。余谓自顶及角，皆弃花纹，就像这种话，不为极险，亦且大费人工。但其实他前面说殆无一义，其实只不过是就外交措辞。他讲的是自顶即尾，这叫万字不断头，就全弃这个。过去是有的，据说现在估计都倒了。这就是讲的鲤鱼的女强，其实它大家可以看到一代一代的它不断在加强这个标准，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可以现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就是我认为如此伟大强悍的这个传统居然现在真的给断了，了不起。然后这是读书有一些额外的快乐啊，就当然你看到他们文人相轻，就是在酸溜溜的在挖苦继承的时候，当然这跟主线无关了，但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中间要不断的给自己寻开心，否则你就会郁闷死了。笠翁以不屑之口气见继承之做法煞是可爱，然后后边是他经济安全在美观之上讲的是。然后我当时不是看那个，我师父让我看林轩高志嘛，就看呗。突然发现，其实这种事儿，那这个跑题了。但因为太好玩了，就是这个是我当时在做研究过程中的很多快乐从这儿来的。郭熙说画啊，亦有相法，这相面的相，也有相面的这个，也要遵从这个。他说李成是他前辈高手，大家知道啊，青绿山水的这个鼻祖。就实际上就是郭熙跟李成是基本上是最早划分了中国山水画两个方向两个分支的，非常近啊，就是这很像。他说你看到这儿还不知道，但是你觉得很怪，我前面说的非常雅，突然像面了。他说李成呢子孙昌盛，他儿子多，就是这是为什么？他画的山呢，山脚地面皆浑厚扩大，上秀而下丰，就过去有象体啊，体象是讲女人如果屁股大肩膀瘦的就是容易生孩子，听清楚了吗？喂，他讲的是这件事儿，明白了吧？他说他为什么李成子孙昌盛啊，他画的画都是大屁股窄肩膀和有后直相面，这像夸他吗？那个李当如孤也，就是应该是这样，然后就找他们画来看看。这个是李成的，大家看到了是吧？尽管屁股比较大，上面有后肢像，这是郭熙的，
脑袋比较大是吧？下边比较小，不应该这样啊！但是太好玩了，我希望之前写书的都这样。原因里面讲的漏砖窗，实际上就是那个鲤鱼所说，那跑题的过去了，赶紧回来。鲤鱼所说的那个女墙，他说凡有跳观跳处注思，似壁外隐内之意。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开始理解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为什么要让这个这么密。要知道这都是用砖做的，就大家可以想见这个工艺，就是鲤鱼认为这个太费人工是真的，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壁外隐内是什么意思？希望，因为刚才鲤鱼的那个便面窗，因为他不会在那船里干什么太私密的事儿，所以他不介意从外面看，也是善偷人物，对吧？但是你园子一般是文人的私宅啊，里边干什么没有？尤其大家去看看《闲情偶记》和《金瓶梅》啊。所以鲤鱼之前做了一个那么棒的设计，他用了内外互关的事儿，在继承的原野里面，它成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他希望里边人能看得出去，又希望外边人看不进来。他用的办法是什么呢？是这个。但这有一个密度以后，当你在园子里离得近的时候，你往外看，你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当你从外边往里看，你看就是一团花。人有晃动，有那你都看不见。壁外隐内，他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前面其实讲到的框和漏最大的区别在于挡住的地方。这是不是除了墙你把它封严实以外，另外一个非常好的又能挡又能漏的地方？后面我会跟大家讲讲挡和漏的事儿。闲情偶记里面也讲，至于墙上嵌花或镂孔，使内外得以相视，如近时园圃所住者，亦可名为女墙，盖仿睥睨之制而成者。睥睨什么意思？斜眼看，你看的是不大清楚的。他讲的也是得以相视，但是之所以为睥睨，他讲的这个女墙就是他一直在挖苦继承的那个东西，他也会这么干，只是会把这个形制剪得更不那么费人工，安全一点，但是他也要做这件事，要让内外看得不同。接下来讲到非常核心的问题了。他说他姓，他说我的性子有很多怪癖。前面讲他喜欢鸟，对吧？他不喜欢笼子里的鸟，他说他喜欢花，他不喜欢盆里的花，他园丁得气死，该怎么办？他说不喜欢笼中之鸟，缸内之鱼，还有岸上有座之石。他知道真正好石头都是弄一座供着搁桌子上。他喜欢前面的东西，但是不喜欢后边的，怎么办？他讲到如盆兰吐花，就是说我们家兰花开了以后，我把它移到窗户外边去，它就是一副便面幽兰。便面，它虽然说是趋势仪，但显然它已经把那便面窗开到它的书房了，对吧？搁外边。然后这个盆里的菊花呢，花特别好看，然后你把它放在这个里边，就是你从外往里面看的时候，他呢又是一副善投佳局，但需所有的蛋都要注意遮蔽下端。为什么？把盆挡上，对吧？就是你不想让人看见地方，物漏盆样之形而遮蔽之物，则莫妙于零星碎石。大家可以看到了，这同时有两点，一个是藏，对吧？你要藏住那些你不想让人看的东西，再一个就是露出你想让人看的东西。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幅画，当然它不是画，这个东西在艺谱里，有机会去的同学可以找一找，
太漂亮，我觉得它胜过我见过的任何一幅抽象的风格主义的绘画，而且从制作工艺上，我觉得它远在蒙德里安之上。认得吗？认得这几片，认得这窗户吧？这是我在读完这个以后，就是这个讲座其实是我讲过最多遍的一个了。就是我第一次讲是李兴刚，杜院的李兴刚工作室请客去苏州，请我们师门去苏州玩，就我给他们讲的。就是当时我这个 PPT 里面一幅图都没有，就只有鲤鱼的那个图，全都是文字。但是现在给大家讲，这是我当时去了，我看到这个以后，因为读过书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跑到后边去看看究竟有什么。这至今仍然是我在园林里面最喜欢的一个片段。啥玩意儿都有啊，对吧？看看这个，但实际上它中国园林多牛啊！你们拿张平面看去吧，我看的头发都白了，也不知道他们究竟在干嘛。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这时候再想想那句话，切忌雕镂门框，应当琢磨窗帘，琢磨的究竟是什么。紧接着开始读到了原野里面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我喜欢它的图样是冰裂纹。大家知道冰裂纹是什么样吗？冰裂为封窗之最宜者，也是最棒的，其文质简雅，还是这个真够贫的，信化如意，可以上书下密之妙。这个当时我非常困惑，为什么要上书下密啊？但是你第一个想到它制造的肯定是一退运，对吧？但这不是上书下密的，但这是冰裂霜。我还真没找到几个上书下密的东西，就是我不知道继承的这个，但是作为高手，但后来我做了一个上密下书的，后面告诉大家为什么这么干。那么继承没有只言片语提到为什么要上书下密，恐怕这是当时的造园者约定俗成大家都理解的事儿，他就没说。但是呢，你开始看其他的东西，你发现说量格之大小约桌基之高。中国人经常这样，他做一个东西他不描述，如果是德国人就描述这个该几公分，是吧？他不管这个该多高，他说像桌子那么高。桌子该多高？他说或者再高四五寸为最也，不要超过这个。你再去看，你发现清代造园家其实是非常听话的，约列桌基之高，再高四五寸为最也。桌基之高告诉咱们什么事儿呢？会去体验这个窗的人应该是坐着，对吧？大家都坐着，现在只有我站着，其实我也非常想坐下。坐的意义定义了什么高度？但这个是我想的，是我猜的，但是没有得到继承和鲤鱼他们的赞许。当你坐在那儿的时候，离你最近的是哪儿？是下面。之前鲤鱼想要挡住那些花盆，想要挡住外面不想看的东西，都在哪？都在下面。园子里摆设的东西都在靠下的地方。为什么下密？上面为什么疏？一个是你离得已经远了，鲤鱼讲进步一身，对吧？你离得远了以后，你甚至没有窗格，你也可以做这些事儿。上面有天有树，恰恰是你想要的东西。前面讲到了睥睨，讲到了女墙，讲到了漏砖墙，他为什么要把那个做密？
壁外引内，对吧？它可以打碎。所以漏砖墙就包括碎花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光能透过来，色能透过来，但是它的形是被打碎了的。这东西在西方叫做干扰，对吧？所以你不知道它周围这个是什么，但是你又没有完全把它挡住。中间这个月亮窗里面透的是真实，是他真的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这个某种程度上，它解释了下密上疏的意义在于，你要区分你想挡住的和你想看到的。而为什么在讲冰裂窗的时候才讲下密上疏？所以冰裂窗它是随机的，它是乱的纹样，它支持退运，其他的不支持，对吧？整齐的不支持。所以在里面讲，如这个能控念控啊，紧括寸许为佳，由阔类栏杆封窗者去的。我之前做的设计就如栏杆封窗者，后来我读的时候真是出汗，一身一身的出汗，都是去之。江南园林志里面也讲到窗棱密度按明瓦，大家知道明瓦是什么？贝壳把它那个面上那层石灰质给磨掉，它中间剩下是透明的，明瓦就是那东西，过去是嵌在这个窗棱里的。中国文人多会讲这话。按明瓦大小排定，宽约三寸一格，到它是变成三寸的，长度则是棱条坚固程度伸缩。他们所有在照顾的其实都是在这个密的前提下尽可能的让它坚固。这时候再来想想鲤鱼所说的话。原本第一次在读到这个我认为我读懂的时候，我认为鲤鱼想要得到什么，之后你渐渐的发现它所有的这些设计要深要远，不要浅，不要但见山而不见画，它所有设计规范的都是挡住什么，要干掉什么，而不是得什么。但是得很重要，但是你做的所有的工作都不在得上，而在于藏。再回到这个鲤鱼里前面讲到的还有一个，它要像画，对吧？但见山而不见画是一个很糟糕的事儿。那么紧接着一个问题是，就算你离得远了，它是希望这个框的窗洞的外扩是画的边界，但是洞就是洞，洞和画的边界最大的差别在哪儿？洞是有厚度的，对吧？透视是你不可能校正的。就当然巴洛克做了一些这种事儿，那么这个窗洞就会成为这幅画的穿帮的地方。所以这时候你再看它周围这一层足够密的花样，它在干什么？他干掉了那个洞的厚度。洞归洞，这儿可能还有厚度，但是这是那个画，对了，在真实世界里这个洞口和文人理想世界里的这幅真山水的画之间有一层过渡，它像钟表一样，它让这幅画可以独立的呈现在你面前，而不接触到这个真实的让它穿帮的，让鲤鱼不希望泄露的东西，扩为一寸到三寸之间，这个是用这个来限定的。所以它究竟有多密，你不需要，我不需要告诉大家它应该多密，你只要站在那儿看看，它可以把周围的东西打乱，它能是一个居间的过渡，足矣。这时候你再来看，这个是沧浪亭的翠玲珑。玲珑，大家知道这两个字是从声音来的，是敲敲玉石的声音，是玲玲珑珑嘛，玲珑是从这儿来的。当然在这里面的时候，当然照片仍然没有那么好的效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是在响的，它像风铃一样在响的。你看它的碎花基本都在周围，对面是竹子了，它让
让你想看的东西在中间。当然它这个被打碎的它真像脆了一样，对吧？你青花瓷开片基本上也是这样，你地面碎了也是这样，真是打碎了的东西，和中间的已经开始比例已经开始含混了。这个东西在留远，一个很奇妙的事是这个干扰和打碎，后来文人发现它除了保证画境以外，它还有额外的作用。大家看到这个纹样什么是竹子，对吧？但外面都是树，一片绿。当时我在里面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外面都是竹子。大家看这个照片，其实外面是树，一棵竹子都没有，有两片芭蕉。为什么？因为前面叠了这个像竹子一样的东西。中国文人可以在空间形态里面修平面图，这告诉我们什么？其实就是这个，对吧？就这是西方艺术了，他们只能在平面里面干，就是咱们老祖宗是在空间里干的。就是他每一幅小画实际上都是一个独立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拼在一起有一个被重现的意义。如果拆开的话，每幅都是一个画，但是它可以如此吻合的，这是不是就是这个东西啊？然后接下来你开始对这个密度敏感了以后，你又可以多读到童俊先生的一句话，就是说，他说这个就是漏明墙洞，立深三寸至六寸，这又宽了。为什么要这么宽？其正面之花纹，实赖侧面之深度而易醒目。其实我开始理解了一个东西，不再是这个，因为这个就在艺谱啊，这也是在艺谱的，艺谱是我除了无锡技唱园以外最喜欢的一个园林。我曾经带零次景观班在那儿实习过，当了一遍导游，他们凑钱请我去。什么时候明白了？就实际上这个是我之后弄明白的事儿，是我到了艺谱的时候仍然没明白，但是我之后回到北京，我在第二次背这个课是给北建工讲，然后讲备课的时候弄明白这件事儿。当然这个睥睨，这个女墙，这个漏砖墙，它的高度在我的肩膀之上，而基本上其他的窗洞啊，基本都是你伸手平推可以开窗的这个高度。当时我非常困惑，而且当时李青阳工作室有一个人就问我，哎，说张毅，据说你啥都知道，你知道这个为什么这么高？我不知道，当时就没敢说。后来我回来开始准备《江南园林志》，是我接受了一个最艰巨的作业，就是我下节要讲的时候，突然发现厚度，他之所以要把它抬高，是为了增加这个厚度。当有这个厚度的时候，外面才足够的碎。大家知道这个是用砖砌的，对吧？你真的想让它砌，鲤鱼那些格都被不是继承那些格都被鲤鱼骂了，你再让它密，估计鲤鱼就要打人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看它的厚度非常大，它为什么要抬到这个高度，变得非常明确。当降下来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完全就没有了。所以中国园林它虽然我不可能在，就是之后我也开始设计一些园子，就我不可能告诉你这个应该多高啊，当然落实在图纸上应该多高，但是在做设计的时候，我仍然发现虽然我无法描述它具体的尺寸，但是我发现中国园林的造园方法是如此之精确，它精确到一个东西一旦换了个位置，它完全就变了。这比本体性的西方建筑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所以有很多研究中国园林的，所谓研究中国园林在讲不以景意，实际上它真正意在哪儿？只有你在开始了解它核心的时候，才能体察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个时候你再看，或有四周用规则画的，为什么要有规则画的？仍然是那个矩形过渡，对吧？中嵌如花枝什么乱七八糟这些，
这个褶皱跟哥特里边有区别吗？仍然是在消解动候。中国人始终希望它是一幅画，真正的画。所以现在再反过来对比，这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在哪？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个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动候，哪个更像画？这个是环球山庄，因为这个时候它非常的细啊，因为已经换材料了，这是金属的。所以如果现在让我做铁艺的，我不会听鲤鱼的话。当你现在了解了核心以后，当换了，当你换了材料，你仍然知道你该干什么的时候，第一，你不会被你读到过的知识困住；第二，就算你在创新，你仍然在前人奠定了这个非常高的平台上面走路。创新很容易的，我经常挖苦提创新的人，就是说你现在脱了裤子出去跑一圈你就创新了，但是你马上会发现你不是第一个脱了裤子出去跑的。开始都是放过的图，我不知道此刻是不是在大家眼里它有开始有不同的意义。那么刚才讲到的绘画是有要让空间里呈现平面般的绘画的一个核心，是要把它和周围的环境裁开，要让它脱离那个环境，对吧？我这才留言，觉得对面的东西其实就是它所有的景都是为了在对面，大家能看到是有很多洞的，都是为对面的画境布置的。所以当你从那个格里出来，就真的像鲤鱼说的，当你站在这个园子里的时候，你发现里面非常的凌乱，但这边又是一个堂，它的北厅其实面对着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因为对称的你可以开的一样啊，但是中国人不会这么干。他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这种，他会把这些并列的排，中间的这些格子，让每一张中间的这个穿孔都裁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那每一个它都能裁到一块儿，一小块儿局部并不会让你感受到大局是乱的，对吧？但如果它只是这些格子的话，你仍然能洞察大局，所以它中间要做足够密的这个边框，让这各自独立出来。张雨生是我最喜欢的现代歌手，当然他长得也一般，然后这个照片其实也很普通。实际上让这个作品有点意思的是什么？是不是这个每一幅图片的这个边框？这时候你看看这两个区别到底有多大。当然古代人不一定那么牛，现代人也没什么沾沾自喜的，这些事儿老祖宗玩剩下了很多年，剩下太多年了。然后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些地方它为什么没有窗格？这东西不必是窗格，对吧？可以不多说了。那再有一些其他的构建，你可以明白，就是园林里有很多转的地方，其实在于它对面它会框出一幅框进来，然后会被光打得非常亮，还可以看一小时的。这跟盆景最大的区别在于哪儿？它其实是有绘画构图相近的东西，那么被一个廊子所圈出来的地方，它穿帮的地方在哪儿呢？在眼口，对吧？当你看到眼口的时候，你第一反应就知道这是一个。大家看到这些东西，这些格是干什么用的吗？这是个巧合吗？通常这种转折都在光会打到白墙上的地方，它会突然亮起来，这是干嘛的？这是干嘛的？就是这是我就当然有如实说了，但是大家发现到现在为止我说的话非常少。
文雅之间权衡者，取景、材料、技术、经济、安全者也。就是这个是我找到的，当然我还把取景放在前面，但是后面这几个是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但之后我会照着这个操作的。然后后来再读江南园林志的时候，你发现特别痛快。然后童进老先生说，盖除受气候、材料、取景及地形限制外无任何居住，他说的也是这几件事儿，然后得到老先生的认可，虽然他已经去世了，我是非常高兴。刚才已经讲到了藏，藏是为了什么？先透露谜底是为了无尽。接下来再看鲤鱼的下一个设计，这是它的设计说明哈。他讲堆山啊，就在园林里面堆山，后面我会给大家放一张图片，就是那叫圆山。你要想在园子里堆一座山，一个是你需要地要非常宽，大家知道山是什么样的。但是壁呢，当然这壁是墙对吧？壁则挺然直上，有如劲竹孤桐，这是个形容啊。斋头但有细壁，就是你不管有多窄的地，皆可为之。说你想堆一座山的话，你必须腾出一块大地方来。虽然过去的地价没有现在那么贵，但是也很珍贵啊。因为封建社会的时候，土地是，这不是我的专业吗？但是你垒墙的话，你有一块地，有四八的，基本上你就可以垒得很高了。说且山形曲折，取势为难，这是真的。我是堆过山的，当然我堆的不能叫山，我堆了一个池子，是用广西湖石，太难了。你发现真的是要恶补画论里面的标准，你要恶补美术各方面的形式判断。但是现在我觉得，现在让我堆可能要好一些，但是也不能超过前面这块地。如果再大了，我肯定不行了。那个，所以他说，鲤鱼也碰到这个问题。他说，所以我还挺欣慰的。他说，你稍微做的不好啊，行家就会笑话你。他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你做的恶心，谁都看得到。说这事儿不好。他说，壁呢，这个墙呢，无他奇巧。其势若垒墙，就是你跟用石头砌墙是一样的。但稍稍迂回出入其出入之，其体嶙峋，仰观如峭。说的什么呀？你砌一堵墙，你稍微让它出入一点，你别让这墙挡了，它就开始有这个自然的形态了，对吧？这样你抬头一看，它像峭壁一样。这是墙能做到的，因为大家这一哲学问题啊，大家在面对一个峭壁的时候，大家知道它后面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它可以是一薄片，它也可以是一座山了。要严谨点，我听过最严谨的一个人，就是有一匹白马在那儿，那是清华的一哥们儿。当时他问我，这是什么？我说是白马。他说不对，我说你说是什么？他说我看见这面是白的，这就严谨了。他用的是这件事儿，就是说，大家知道山，如果你尤其你要上秀而下风的话，它更占地儿，对吧？但是峭壁你基本上是直的，你甚至往这边凸一点，又好做。说且山之与壁其势相因，其实差不多的，又可并行而不背者，凡垒石之家，正面为山，背面皆可作壁。大家知道这个形态了吗？是这样的，这边你堆山，对吧？起坡，这面就可以是墙壁，这样你起码有一面峭壁。这东西现在叫什么？叫挡土墙，是吧？多浪费！现在构成水壁，就是现在虎皮墙有很多，构成虎皮墙是一个多浪费的事儿。就真的，如果看好作品的话，我建议大家到无锡技畅园里面去看张南园堆的，他为了让。因为他用最难的是，大家知道湖石其实堆山相对容易，因为瘦漏皱透，对吧？所以你堆在一块儿，它总归比较自然。张南园那最难，它是用黄石堆的，黄石可以裁齐了铺地的，那东西非常实，既不瘦又不皱，也不漏也不透。当然他用的是山皮的那一批石头，它稍微有点皱，但比湖石差得多了。
张文元和葛玉良最大的区别是，他会同时控制十几个工艺都在堆，所以他不可能每个细节都在雕琢。他的山为什么那么好？后来我发现了其中一个秘密，它大多数都是黄石，它会让工人尽可能把它叠齐了，它会在每一堵墙里面插均匀的插几块湖石，湖石是外出里进乱七八糟的，工人想把它叠齐也叠不齐，因为那几块湖石会把整个墙面扰乱。这时候你只要叫工人，你把它尽量给我砌平，砌出来的既不会呲护得太厉害，然后它也会有这个自然的山形，也不会过平。那这个是我后来的体会，当时我是不懂，后来是开始叠一些山。我研究生其中有一篇论文就是写叠山的，但是后来弄完以后没让我写。他讲就是正面为山，背面均可作壁，对吧？但壁后既作平原，就是不能让它是开场的地。为什么呢？这样令人一览而尽，须有一物焉壁之，要挡住，使作客仰观不能穷其巅末，不能穷尽，不能看光啊。私有万丈悬岩之势，而绝壁之名为不虚矣。因为你垒一堵墙，最高能垒多高？你垒个四五米多，你说像山，不开玩笑吗？对吧？德国人告诉你这是模型嘛。所以哎，大家去没去听那个升景观的讲座？记不记得那个后来那个女教师她讲的，就是我记得她讲那个音乐家的那个宅子后面有一座非常大的山，对吧？那个石壁她管那叫什么 Rock， 是念 Rock 怎么念，知道这意思吧？我日本人也管那东西叫石头，日本原理你管造园其实就要就石，那东西是石头，这个说明它是咱们文化的后裔啊。就是西方人不能理解，那当然中国人你有这文化底蕴，你仍然会觉得你说这是个山有点，你是不是有点蒙人啊？所以壁之者为何？用什么东西来挡住？非亭即屋，是个建筑。或面壁而居，或覆墙而立，怎么待着都行。这又是一个让老外看着太不精确了，或，对吧？你究竟但一定要让他，要让观者的眼睛和那个眼口对齐，对齐以后呢，不见十丈人什么，就是那个山嘛。就是在宋朝的时候，米芾喜欢石头，见到石头叫大哥，所以叫石丈人。就是说你那块石头是托金鹿顶，金和顶什么是头顶，对吧？你别让他看见你垒这个石墙的顶，让他看一半则近至矣。这时候想到其实中国话形容说一个东西有多大，你怎么来形容它的大？你能想到的形容它最大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它有多大。这时候大家看到，实际上除了你挡住不想看的东西，挡住可以让一个原本小的东西变大。看到了，这是一浦，对面是岩光阁，对面什么都是山，对吧？就是这个环秀山庄曾经有，就是有一幅字叫做半潭秋水一房山啊。但是在环秀山庄那山是葛玉良堆的，非常棒，但是我在那儿没有看见一房山，我在一浦看见一房山装满了的。为什么隔了这么多层对面还那么跳？对面的山石是被照亮的，对吧？为什么它会映出来像电影一样？这像不像荧光的屏幕？因为岩光阁里面足够的黑。这是为什么中国建筑檐口总是被压得很低，把室内压得很暗。当然这个智慧被日本人学走了，大家看日本的房檐压得更低。后来莱特从日本人那学到，大家看草原别墅，它通常是两层平屋顶，对吧？有一层压得非常低，一米九几，
上面一层会脱开，开一个天窗，如果没有底下那层压得那么黑，莱特室内的天窗不会有那么好的效果。那在这可以看到，当然这是我在对面的那个堂里面拍的，它格外，当时看到这儿我都快要哭了。大家看，装满的，这还冒尖儿啊，谁知道这山有多大。当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兴奋极了，我抓个人就说，抓个人就说，当时有他把人，后来我一师兄在吕兴刚那儿工作，中统，我抓住他说，哎，你看你能看到什么，他说哦，因为阳光格太暗了，那个把对面打得特别亮，但是我难过死了，好容易发现的。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刚才跟我说过一遍。做研究的快乐很多时候，但实际上这是那山事情的真相，才能看到这桥啊。怎么比啊？这真是假山啊，这够假的。不过大家去一捧的时候，虽然我不觉得它的山堆的是极品，就当然鲤鱼也说了，你想堆这已经是非常大规模的山了。那我后面会给大家看那个狮子林的，就是被沈复说是乱堆煤渣，当然堆大了没好，那个鲤鱼也说了，所以你还是垒墙吧。但是易土的这个时机啊，是我见所有园林里面最棒，选石和这个配置都非常棒。所以这个时候我开始写评，就是我开始理解童俊先生所说的一览之际在于近，近则穷，可穷者非无极也，目与言其言迹边界，与前者所云之窗框一曲而同工，妙处皆在于藏字也，盖不尽览则尽致矣。童先生云目睹现原之，后面我会给大家看。当你看到了你要用房子怎么用一个房子把一个假山藏成真山，藏特别大的时候，你再看原野，搜土开其穴路，这讲的什么？是你做一个山你想让它高，第一个办法是什么？穴路是你往下挖，路是山脚吗？你从山脚下往下挖，这样它一高一低，它绝对高度就变大了，对吧？这个是现在我基本上如果去一块什么地上，它有点石头有点小山，我第一反应是往下挖一把。第二个办法是平山皆以防狼，但之前我是读一百遍也不可能，这个是通假字，是平靠着山要接防狼。原本我只以为继承写很多话是为了对仗的，说的全都跟对联一样，对仗真是工整，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对仗的力量，为什么平山皆以防狼，这个秘密被鲤鱼揭穿了，知道为什么吧？就是说再看童俊先生的评价，他说山光云树翻影浮图皆可入画。到童俊先生那儿，之所以是奠基人，是因为他真的把这条线给延续下来了，或纳入窗友，或望自亭台，目睹现原之微亭成友，闻灵言于咫尺。为什么要咫尺？大家明白了吗？因为它本身不够大，只有你离得足够近的时候，你才能挡住足够多的东西，对吧？我这儿批的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为什么？这时候你发现，其实你把建筑和石头逼近的时候，你有可能把一个极小尺度的和极大尺度的东西可有可能转化，有可能发生关系。那接下来再读的，你发现他们，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说明白。无锡纪畅园有西山龙光寺塔，高悬岩迹，皆借景之佳丽。这个岩究竟在哪？因为龙光寺塔实际上大家去那边可以看到是在山顶上，你老远能借到，它不必在岩迹。但是这个时候童俊先生他给你找了一个看他最合适的地儿。所以再回来看童俊先生对很多园林的这个评价，你就开始明白，或有由一园高处而能将林园一望无遗，昔苏州徐园尽览南园之盛，斯非借景
真可谓捷径，你说你不是捷径，你是在抢啊。但过去我曾经一度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就是借还是一个战战兢兢的，对吧？好说好商量，抢那不是更爽的事儿。接下来你看吧，他究竟是不是在夸这个原则。李格非论原土之盛，不能相兼者六，物宏大者少忧岁，人力盛者少仓谷，多水浅者兼远眺，如南巡数原，大而多水，有一览无余之憾。全看干净了，这就没劲了。常熟虚蜗居，忧岁不足，盖亦地旷而池宽也。李渔为什么要说那个壁后既作平原啊？就是这个。再接下来大家看好多东西，假山之基约大半在水中立起，是为什么？大家你看到这个是刚才给大家看过的易普的那个北山啊，这个是狮子林的那个山，它也在水面上，基本上假山都在水面上收根。大家知道，如果你没有用一个东西挡住它的时候，比如说它就是假，对吧？水有一个什么好处啊？比地面，它又有倒影，对吧？大家小时候是不是都有这个体会？我小时候穿一雨鞋去上学，背个书包，我会看地走。有的时候马路上有一个浅水坑，你就是不敢下脚，你老觉得一脚你就陷下去了。再薄的水也可以做出非常深远的这个效果来。所以，大家再去园林，不要抱怨这个水太绿了、脏了。这水清了就不对了。你看到处都会说，不同的章节里，前面是多山啊，这是在池山里面讲，池上里山园中第一盛也，若大若小更有妙境。其实他非常怕你不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就是在混淆大小这两件事儿。中国文人最大的焦虑就是这东西假了他。你要想办法让它真啊，让它真就得让它大，你想尽办法让它大。那这个时候你开始了解它变通的地方。楼面堆山宜最高才入庙，因为有一楼在那摆着，如果你山特别小的话，那真是石头，对吧？但是他这讲，不高者恐逼于前，不若远之更有深意。为什么？刚才不是说了吗？玩灵岩于咫尺啊。你想把一个小假山变成真山，变成大山，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把它逼近，然后压低岩口挡住它上面。为什么？要知道我对过山，我知道就是楼你起码两层，对吧？重屋曰楼，你想让这个山高过这个楼，让楼上面的岩口挡住这个山尖，这个太难了。你需要多大的地，需要多少人力，这一般的园子是做不到的。所以在你岩口挡不住它的时候，它又还比较大，你不如把它放远了看。当然这个远是有前提的。狮子林这个对面就是茶楼二层，这不是啊，这我在茶楼下边拍。看完山了，看看水。原因有一句，我跟我师父争了一年多。疏水若未无尽，断处通桥。想要无尽，大家都知道一览而尽是不对的，无尽是最高级的。断处通桥，我跟我师父一直理解不一样。我理解的稍微复杂一点，我认为是水断处通桥。我师父认为是，你水要做得大，一定会把路截断，路断处通桥都通啊。这个我跟，但之后我开始越来越，其实师徒之间，我有大量的建筑的园林的这个观点，跟我师父都非常的接近。当然因为师徒传承嘛，就这个原汤化原石，你不能用这个事儿雄辩理解，因为师承关系。但是其实，很多快乐来自于，就是当你有很多会不同的地方，这时候我们俩都很高兴，就是争嘛，就我也希望大家早一天来提出你们的理解。
多识，多识就是叠识啊，就这个就是我跟我师傅也研究过，为什么叫多山啊？这字多奇怪，提手旁就是手的意思。大家知道右在甲骨文里是手，是一叉子嘛，估计仨手指头，就是一手一手又一手，一共五只手，真忙活。就后来看，就是还有一个解释也很逗，说过去就是因为叠石这个都是南方，就是苏州的叠石匠、扬州的叠石匠是中国最棒的，他们管叠就叫夺，就是江南那种话，不知道有没有江南同学是不是？对啊，这个是就是原野注释里面的那个序里面，大家可以看看，他讲到多石莫为山甲，就是你叠几块石头啊，你先别着急说这是假的。道桥若为金通，金通是什么意思？金是什么？路，对吧？路是通的。什么叫若？好像。好像是什么意思？它不一定，对吧？道桥若为金通，这个是网师园。大家记得网师园的平面吗？就是有一个挺方的一水塘，有一小尾巴特别细，就是甩在那个小山丛桂轩后边，这是小山丛桂轩。我一直不知道那小尾巴干嘛，到了现场以后，其实也还不知道那尾巴干嘛。这是那尾巴，这不是河是吧？这是沟。但是呢，他在这儿架了一座石拱桥。通常园林里面很少出现这东西。你们在多少地儿看过？比较雅的做法，最常做什么？按照这种宽度啊，在这儿会放一厅布，就一块平石头，你踩着就过去了。即便你要放桥的话，通常是板桥。但就这小水沟，你看它干什么？架了一座拱桥，非常没有道理。但是如果你跑到对面的月造蓬莱亭来看的时候，你发现如果这不是一拱桥，谁知道这水甩到后面去了？有桥意味着什么？桥通常架在哪儿？就是两边大水面，中间的最细的地儿架一桥，你要过去，对吧？你架水边上，其实你能绕过去，没有人在水边上架桥的。中国人就在水边上架桥，但你觉得它是水边吗？所以它一定得是拱桥。这是留园啊，这是一个桥。你看这桥到哪儿？撞墙上了。有意思吧？他想去哪儿？他肯定不是飞檐走壁，这还是女墙，这是睥睨，你过不去。到了这儿，你没地儿站人的，这个桥就是给人看的。这什么位置？这地儿水没了。疏水若被无尽，断处通桥。哪断了？水断了，对吧？刚才讲的是什么？停了。一个东西戛然而止。为什么要戛然而止？是因为园子里没有那么大的地方。大家知道天堂有多大吗？就是如果是围墙里的天堂的话，但是中国文人就那么一亩三分地儿。你要造出天堂来怎么办？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停住，所以停在什么时候变得很重要，这也是我读后的感觉。止于不当止之时。所以这样你能看到有很多地方在讲水的时候，通泉竹里，岸景山巅。岸，知道为山巅为什么是岸啊？压制。或就是他开始抒情，或借壕壶之上，入想关于这个什么亭或者桥。壕壶是什么？就是庄子里面讲的关于，是吧？就是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怎么想？就汝非鱼也，安知鱼之乐？就是汝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那个。他为什么要借在它上面？他要把它盖住。这时候你看原因讲到狼，或盘山腰，待会儿我会讲盘山腰是干嘛。或穷水际，穷是什么意思？它到头了。狼的出现在那是为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曾经一度很费解，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岩光阁？因为阁一般在比较高处啊，就是它描述这种建筑体制，中间它要隔一块板，它一般是两层的才能叫阁，观音阁，对吧？但是它描述是隔这块板，后来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它叫阁了，它
它是悬挑的。它为什么要悬挑？水到这儿结束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这儿跟这儿做成一样的，就变成游泳池了是吧？但是到这儿的时候，或介壕圃之上。刘源的这个，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层层推进？真的是大家在平面图里看到，哎，这有点变化，你拐两个弯，你拐十个弯更有变化。他一定要掩映这个水被截断的位置。这时候林泉高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精辟地描述了园林里的手法，他说山愈高，进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为什么或盘山腰啊？水愈远，进出之则不远，掩映断其脉则远矣。他讲的仍然是，大家看到了，如果大家想把这去掉，它就是一块石头。当然有机会我给大家讲讲界画和中国山水里面折高折远啊。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很奇妙的事儿，这云彩还有一个什么作用？这个和这个是上下关系还是前后关系？它也可以上下关系的，叫折高折远，在这里是可以以高为远，以远为高的。它可以是一个有非常多层的，叫层峦耸秀，对吧？它也可以是前后掩映的一幅远景。它可以是锁其腰，也可以是锁在根上，水在这儿没了。有一个成语叫欲盖弥彰，对吧？当你想掩埋一件事儿的时候，这是个悲剧。当你想把一东西做大的时候，这是第一要义。这个几乎是我现在如果让我来处理园林的话，干的事儿都是欲盖弥彰。当你想让它张的时候，你就盖它，对吧？你脸上长一青春痘，其实没有什么，你贴一创可贴。然后之后就有了贴创可贴，里面没有青春痘。再接下来开始进入，你看这时候跟框已经关系不大了，但它全从框来。取藏得也，两个动作，一个是取一个藏。我开始试图精确的区分这些概念。我写的是这个得啊，实际上道德经这个得是什么意思？得道，它其实原本是通这个得的，但它是专指得道。得道是为得，那么道是什么？道可道，非常道。那我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朋友，他这么解释说，道是有道理的，而且是非常有道理的。那基本上作为人的境界，你能做到得就已经当然就是朱谦之先生，就是他在著那个老子的时候曾经描述过，就是道是什么？道若海，它像大海一样无边无际。德是什么？是以杯盏取海中之水，你用一个碗把海里的水给舀过来一点，这个是德。作为人来讲，没有人能得道啊，中国历史上得道的人都飞了，都去了那儿，没得到都去这儿了。能得就已经很不错了。这时候你再看原野里面讲，借者原虽别内外，得景则无别远近。晴峦耸秀，俗则平之，佳则收之。讲的是什么动作？俗是不好的，对吧？其实也不错，就是人在吃东西嘛，吃完之后的事儿不太好。平之，佳则收之，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但是大家看到继承用的是平，对吧？屏风的屏是挡住遮住的意思，
家则收之，收根取之，一个意思。大家还记得这个吗？俗则平之啊。他讲门窗的时候还讲到家境宜收，俗尘安道。李渔在这个就是在讲，不记得是不是房舍里面，他专门有一章讲的就叫藏污纳垢。你全是好东西不可能的，你必须要知道，你再好的住宅你也得有厕所，对吧？装修的再华丽的厕所也得有马桶，再大个的马桶你也得有下水。所以园林里并不都是那么美好，但只要你懂得俗尘安道的道理。然后这时候你再看它园林里面的措辞，就之前我开始能看懂一些内容，再之后你可以从措辞里看到它的分寸调度，尤其得人是需要真正懂园子的人。触景生奇，含情多致，用的词非常的轻。所以实际上我现在在评，就我每周六可能会评一两份设计，或者评大家讲的东西，就我通常会比较赞赏下手轻的，就你不要做太多工作，你只做你确定的那一点。实际上你看它非常的轻，片山多质，寸石生情，都非常的少，对吧？当然密斯很早理解了中国园林的道理，他说少就是多，但是密斯并没有理解中国园林，是因为他做的东西真是少。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讲什么叫少就是多。那天象地里面讲倘欠他人之胜，讲的还是借景那事儿，有一线相通，一线啊越来越少，对吧？非为间绝，但是你千万别把它全都弄没了，那就是平了，对吧？借景偏移应该这样。若对邻室之花采几分消息，后面会讲消息，可以招呼收春无尽。一线是偏移，对吧？但是几分就到无尽了，这是不是已经少就是多了？虽然还没有接触到原理，那你再看太好玩了，这句话让我完全界定了平和藏之间的关系。漏层阴而藏隔，这不是捉迷藏的藏啊，这个而是承接关系的，你要漏才能藏。前面讲的俗则平之，家则收之，这个平跟藏是一个动作吗？漏和藏，若对临时之话才几分消息，手顺如镜，欲盖弥彰似的。他是在漏还是在藏？他是在藏还是在平？他想让你看还是想让你别看？前面已经讲到了，出现了一个词是消息啊，快完了，才几分消息就收春无尽。消息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是短消息吗？因为我之所以说周易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础读物，你要先通读周易，然后你学会查说文解字，并且查了足够多的字，可能，当然这两个工作不需要太久的时间，做完以后你再读这些古籍的时候会发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我因为我过去读过周易啊，过去读的时候是当成我是想预知未来的，万一将来混不下去这也是个手艺，当然没学会，当然设计也是预知未来，但是所以我知道在周易里面是有消息的，但是当时他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序言里面我并没有太注意他。古人称伏羲做十言之教，十言是什么？前面是八卦，大家认得啊，另外两个字是消息，所以这两个字大道它跟中国古代的八卦是并列的，
意味称圣人因阴阳起消息，立乾坤以统天地。消息跟乾坤是并行的，他在这个美学高度上。黄侃是现在大家了。他说，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消息之意盖以古矣，很早就有了。之后，如果你查那个《说文解字》，觉得实在是难的话，起码先读读《辞海》啊，这中国的大百科全书。消是什么意思？是压制的意思。息是资息的意思。这时候你再看消息的关系，处处都是，或一览无余，实为捷径，它肯定不是好事啊。漏层阴而藏隔，这个漏什么意思？你肯定是只看见一点儿，对吧？消而息之，以压制的手段达到让它生长放大的目的。这个像什么？像欲望，对吧？马上要讲到少儿不宜的了，16岁以下的可以下课。大家都能理解吧？就是最强烈的欲望，通常不是被恶魔挑逗出来的，都是被上帝压抑出来的。那些变态的、极致的，为什么会有 SM 啊？就是所有的文化基本上都是这样。大家如果有对这方面有兴趣，有一本书叫《性恋剧》的，是一个女权主义或者反女权主义的女作家写的。她基本上用性这件事解释了绝大多数西方艺术的现象，解释得非常好。哎，由此，这是整个原野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一直上想上百度上 Google 一下，我特别想找一张图，特别应景的图，配上我喜欢的这句话，我真是没找着这么色情的图。格林纠幻语，断案马嘶风，什么意思？格大家知道，隔着一林子，纠是鸟，对吧？是在求雨吗？《红楼梦》里面有一张叫做《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他们为什么要叫唤呀？因为隔着的，对吧？能听见，然后越来越着急，越来越着急。断案马嘶风。断，大家理解了，什么叫风啊？风牛马不相及也，说的什么事儿？一个马在那儿搔首弄姿，牛是不会理他的。风骚，大家知道风是什么意思吗？过去是风媒啊，基本上植物是用风来传播这个花粉的，大家知道花粉是什么？为什么马要嘶风呢？是因为断了，它一公一母各在一边，它也着急。这时候你发现，什么叫消息啊？压制然后自息，对吧？消而息之，中国园林就是一个挑逗欲望的东西，它太小了。如果他不放大你的欲望，他不可能做出那么伟大的东西来。这东西后来你会发现，中国文人就是他会和自然有些变态的 SM， 这是一个我找到的最典型的例子。他喜欢梅花，对吧？松竹梅，岁寒三友。岁寒喜欢，我现在开始理解为什么他喜欢岁寒三友。然爱美者缺陷有二，凡到梅开之时，人之好恶不齐，天之功过亦不等。风送香来，梅花香，对吧？梅花香自苦寒来。后来我才发现他说的是一件这么色情的事儿。香来而寒易至，你想闻见那香味儿，你就受冻吧，令人开户不得，闭户不得，就是要不然你就得冻着，
要不然你闻不见味儿了，你就折腾吧，打开窗户闻一口，哎呦，是可爱者风，而可憎者亦风也，这是不是 SM 啊？这是不是断案马思风啊？如果你夏天特凉快，对吧？你原本就打开窗户看，你会对那梅花香那么执着吗？接下来你再看原野，有很多故事就变得非常有道理。梧桐匝地，槐荫当庭，插柳沿堤，栽梅绕屋。为什么他要绕屋啊？风声料峭，人已经说了，最后屋绕梅于众竹。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么搭配吗？接下来众竹是为什么？竹里通幽，继承已经说了，他怎么就通幽了？寻幽移竹，竹物寻幽是吧？通泉竹里，为什么水要从？前面讲到了，现在知道中国文人是吧，想把什么都做大，对吧？他做大，他不做大，外国人就做大，中国人先把它弄小，藏着掖着露一点儿，就像梦露的裙子一样。然后，所以你到现在你可以想一想，这个竹是干嘛用的？睫毛竹里，俊一派之成员。你会发现水经常跟竹放在一起，因为水是园子里经常会有的，而给水收根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前面讲到了，一个是像一谱岩光阁一样，你把它掖在下面；一个是你断竹通桥是吧？再有一个是你可以把它坐在竹子里。竹子的作用可能在这一个笔筒里就可以说得非常清楚了。这多薄啊！中国文人面临的最多的问题就是我的院子太薄，但是竹荫它是一个足够密，但是又是空的，你可以穿越，你可以放东西进去，但是它可以把所有东西都挡得干干净净。哎，不是干干净净，是挡得不那么干净，但是挡住大多数，对吧？但是明白这个意思吧？说静访萤湖，萤湖就是说中国文人认为湖中有一天地啊，是有一个世界的。天然图画所有的这个标准都在这儿，意近临泉。这时候我才知道为什么叫临泉告知，临和泉在一起。这是一堵西墙，到墙意味着尾声，对吧？电影里的全剧终。但是怎么样才能意犹未尽呢？大家知道这是转角的地方，它种竹，竹可以种非常薄的一片。如果去到这边，有谁知道后面是墙？那么这个太轻松想干什么？这东西叫盲闯，它没开洞，因为对面就是邻居了。就是它真开洞的话，偷窥的话，这个很麻烦。但是他还是要做一个窗，他弄一窗挂在这儿，弄一浅龛在这儿，为什么？他让你觉得后面还有东西。围墙里的天堂，他永远在到围墙的时候想要告诉你还有呢。如来佛也是这么告诉孙悟空的，对吧？那只是我的手指头，不是成天的不可住的。孙悟空不信，他堆了座山。这是比较大的圆山，葛玉良的，这是就中国有史以来叠山的两大，应该是绝手啊，就是他们远远高于同柴，一个是葛玉良，一个是张丹元。张丹元的大家可以去无锡霁裳园看，偶园里面也有一些。那么这个是葛玉良，对的。就当时就实际上现在堆山我见过近现代人堆山堆的最好的那人还活着，岁数不大，40多，叫叶放。就是他的作品叫南石题记，是在南石题巷，就是在网师园旁边，他有一宅子。就这是环秀山庄的葛玉良堆的山。就是这个原来叫叶园，那不是叫叶园，就叫
叫，哎呦，忘了叫什么园了。苏州是知道曾经是，这曾经是叶放他姥姥家的园子，就是他堆了一个，就实际上他堆的山比这个要大一点，但是他是包了整个山头，用巨大的浮石叠了那个山。当时他跟我聊的时候，当然他是个画家了，因为我对画家一直心存偏见，我对画家的，尤其是现代画家的这个，尤其当代中国画家的这个印象非常差，就在我认识里面，这是几乎是唯一一个让我认识的活着的，就是我尊敬的画家是叶放，他堆了一座大山，比这还大，效果比这稍差，但是他自己说比这好了，但是我觉得干了一这么了不起的事儿，吹吹牛是应该的。但是他，我们俩第一次聊是在北京，就是在一酒店里边聊天儿，然后他跟我说，我那个山里边有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你到时候去看吧。然后当时就说，哎，你是有一个大石洞啊，还是做了大悬吊啊？他说我卖一关子，你去了再看。他当时特别沮丧，说有一个大石洞和一个大悬吊。然后他问你怎么知道的？我说自古以来我读的所有的跟堆山有关的东西，就是他们夸耀自己的，无非也就是大石洞和大悬吊。然后后来我是跟同名老师，同届同名老师一块儿去他那儿，当时同名跟叶放就是对话，然后我主持。然后去的时候呢，然后他那悬吊做的真是非常之大，一米多，这个就是，而且是太湖石就这么挑过去了，真是有悬岩之势。然后站在那上面，然后叶放又特别高兴的在，哎，知道我这怎么做的吗？然后同名老师说，你配了钢筋，里边浇混凝土吧。叶老师又特别的沮丧，当然沮丧之余他很兴奋，实际上他说有很多画家就包括造园家到他这儿都惊叹不已，说你们二位，他说你怎么知道的？洪老师回答很简单，我们做阳台都这么做。但是那个山真的非常棒，但是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它包了一整座山头，是用大块的太湖石垒的。当然它自比葛玉良的这个山我能理解，因为看起来的效果，因为山比这个大，其实是比这个壮观的。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葛玉良叠这个全都是碎石，这么大，谁能看得出来，都在缝里。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吧，这是水面，池上里山园中第一盛宴啊，这么大一个山，它的欠缺在哪儿？欠缺不在山上。这两个人，这个是李兴刚，对吧？做鸟巢的那个，我师傅管叫鸟，这是我师傅。两人在这指点，被我抓拍了。当时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一直觉得这个位置原来基址应该盖一座房子，用岩口。后来就查了一下，这个地儿原来真的是房子。后来是，就应该是解放以后了，在改这个原来苏州制造府嘛，改这个园子的时候，前面要喝茶，希望露天，就是那时候天人合一嘛，中国人对吧？咱们不盖顶，在院子里喝茶，把这个去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敢对一个名作下手的时候，所以这个阅读的过程后面接下来我会讲一个我的设计，大家还记得吗？我从哪儿开始的？从框，这我师父给我留的作业，读到曲，读到平，读到藏，读到转断，读到止，读到消息，这是一个名词对吧？开始有非常确定的动词，到最后它变成了一组关系。这个时候，这个作业是真正让我对中国园林入了门的，就我认为我可以初窥门径，可以读懂一些东西。接下来是我的一个设计，这是在明秀园里，就是我跟我师父做的那个老园，它原来有一个桥，但是这桥是新的。大家看到这个桥下面，其实树后还有三个桥洞。然后师傅给这取了个名叫三连屏风，
当时我还不理解为什么叫三联屏风，然后他说哎，这个他叫桥梁，他叫桥梁啊，梁是什么呀，就这个东西对吧，有桥墩是这个东西，一个建筑结构最贵的最难做的技术最高的什么呀，就是这个梁，对吧，你桥已经有了你还盖了板，其实房子已经在了，然后我们每次从这过的时候，这个对面是西江，那个江风从这吹过非常舒服，然后当时我师傅就出了一主意，要把这个桥底装修一下做成茶室，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这那桥洞底下，这是当时我用 CAD 不是建的模，我是画的线，不太会建模，我说受不了，我说你怎么什么都不会，本科怎么混过来，我说本科都是江底活，我的做法基本是这样，这那个桥洞嘛，然后这是临江的一面，对面是大家能看到前面就是这一块它是有砖墙的，就是我现在是打两根那个行钢，然后浇上混凝土，因为后来发现其实不用使用行钢，就是它桥墩子里面配了筋，就是你凿出钢筋来你是可以焊上的，然后后来就大家能看到这断面啊，浇混凝土，为什么要画这个，因为我在画这张图的时候我已经快要离开广西了，我要回来报名了，就是当时通知我录取了，但是这个马上就要盖了，然后工人呢，当时我在现场的时候指导工人做东西，发现工人经常看不懂图，因为投影图其实有很多线，就是你很专业都会读错，就是我们师门曾经我们有读图的习惯，曾经对着一张图读俩钟头，真的是曾经遇见过有一根线死活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关掉投影仪发现是那个幕布脏但是你说一群就是说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所谓专业人士坐一块儿会出这种事儿，你工人你更别想了，尤其那当地的工人，就是县城里的工人，你别指望他们，所以我当时我所有的焦虑就是他们看不懂图给我干坏了怎么办，所以我就要把这些画成他们能看得懂的立体的，你们总看得懂吧，我当时拿着这个打出一张来，我问他们看得懂吧，你给我描述一遍，描述一遍都对了我才敢，所以有的时候你画图啊，其实图纸什么呀，图纸有点像遗嘱，如果你建筑师能在现场你不那么需要图纸，建筑师不在现场的时候你其实你要立遗嘱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真是打着立遗嘱的这个就是抱着这个心态，然后那你看能看到板上剃槽走线可有灯对吧，晚上也能在里头，在这儿打了一根槽钢，就是这个上面将来可以做框，然后下面可以把人拦住，它强度足够，然后之所以槽钢槽朝里，将来那个线就是接线板什么的都可以镶进来，包括烟灰缸，就是它是有一功能的空间，就是你可以在里面用电脑啊，然后上面就焊那个窗框，就因为它要对着嘛，就是做这个的时候我还没读这些文字呢，所以当时我基本上对构造比较感兴趣，这个角钢的框是这么后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角钢，就是你把这裁掉，这工人你啥都看得懂是吧，四十角钢你给我切掉一截，然后这个然后你给我弄进来焊上，这也能坏它，这是木框，木窗格呢你在这要打孔，木窗格也打孔，然后要对孔铆接，告诉工人这个就是遗嘱是吧，就是我死了这个也没问题的，然后这个叫荷叶，这个荷叶当时工人唯一看不懂，说我们荷叶都是那么翻的，我说不对，你想想这道理，我这个你这门要镶在这个槽里，你荷叶按你习惯那个你根本扣不进来，这么反着还是为了它打开的时候它反而是合着的，合着的时候是打开的，这时候你打开以后门的这厚度可以镶进这个槽里，它门的厚度也是40，当时木方的厚度恰好是40，就你不用另加工，然后这个角钢你也就能选出来了，
这洞都是我画的，我生怕工人不知道这是个荷叶。然后开始，大家看到了，就是基本上三个洞里面镶的东西什么样。这些真是我从原野里抄的，但当时我不知道这是封窗，后来季承儒说一去之嘛，混蛋的意思，别这么干。但当时我真不敢做，然后你要框我怎么办？我就做的这个，但是能蒙纱窗，能看对面的东西。还有一个这最经典的一个，还好这活没干，要不然。后来这个施工搁浅了，是因为那个就是地权的关系，不是设计做的，虽然设计也不好。是那三个洞，我分别选的这三个，第一个是抄的，第二是抄的，第三个是我演绎的，我心里还挺高兴的，就是没举一反三，举二反一了，我觉得已经。这是鲤鱼干的一事，梅窗啊，当然不是梅花。是后来我看见这个以后，我开始反省这个，我觉得这个做的真糟糕。那鲤鱼也挺高兴的，但是我不太喜欢这个。他说那个梅枝啊，他找不着，他找石榴枝，跟梅枝的形状很像。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园林里面有很多他没种梅的地方，他会种石榴，它能结果，然后这也是旁逸斜出，他用布剪点梅花贴这上面。当时其实我不喜欢这个，但是我后来想，这东西还不如他那个。后来读完这些以后，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设计。这三个门洞，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隐隐约约有一座铁桥，这一钢桥跨过这60米的这个长河，非常壮观。对面呢是广西湖石的这岩壁，漂亮极了。我只能说了，下边是对面还有各种石头。中间的这洞呢是临空的，靠这边这个大家看到有一些树啊，有一些树枝会支过来，这儿也有一些树枝。我讲完大家就知道当时有多愚蠢。这是中间的那个。中间我希望什么呢？中间的这个洞对着对面岩壁最大的那块石头，因为我现在理解了，你做窗框不是为了做那些花格，是为了找到你想要对进来做画的东西。对面有一块非常大的石头，他知道我有多愚蠢。当时我拍那个桥的照片拍了无数，就在考虑怎么做这座桥。一直到我离开广西武陵，我都没有拍一张站在那个桥洞底下拍对面的景色。所以这事让我懊悔不已，就是如果我能先读那个的话，实际上这个设计可以少很多遗憾。那么也还好，我还年轻，这用的，所以在这儿我根本没有再想过你从花格上求新求异。这用的是一个最简单的花格，就是那个万字不断头，一寸啊，这是三寸，因为你离得足够远嘛，对面东西足够的远，然后它可以把周围的这个边界给裁下来，对吧？大家理解这个。然后两边呢，我希望它拉得足够的远，这两边坐人的中间是茶桌，这样的话两边就可以就是防止这个太阳日晒过度。这是中间的那个取石头，靠刚才右侧那个，大家知道右面其实有一个铁索桥，对吧？我这个横栏是想干什么呢？想让它取这个铁桥，只取铁桥。这个我反着，我上密下疏是为什么？上面你不需要疏了，是因为你上面桥板已经挡住了，而且这个架非常的低。我希望这个桥是被单独立出来表现的，所以我让它这个格子上下都是密的。为什么让下疏？下面是江水，我希望人能看到这个江水，不被打太碎。这个时候你发现季承说的是宜下密上疏，
但是当我从上往下看的时候，这可以调过来。就当然李清芳给我提了一个意见，是哎，你这个不是说治体一间吗，你这个肯定是爱坏，我当时就认错。这是同行之间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当你有一个标准的时候，你不会陷入到因为这设计是我的我去保护它，你会因为听到别人在同一标准下提出更好的东西而非常兴奋。这个时候这个也不是他的，这是大家共同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下才能讨论，否则这是靠边上的。为什么大家我照片里能显示有些树会在这儿斜出来，对吧？所以这个框是用来找这个树的。这个为什么留下了？有对面的岩壁，就是因为这儿已经隔了，这儿已经隔了，所以我根本不用在这个中间再卡一道缝。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去它右侧的另外一块岩壁，让它离得足够的远，因为我希望它小，就那块没有这块岩壁大，我希望它更小。这个时候，但可惜现在我不能把对面的这个照片叠进来。但是经过一番阅读，其实它不必是阅读，一番学习以后，我觉得大家既然都学建筑，检验学习效果的一个办法就是你要修正自己的设计。就还是我之前的那个习惯，就是大家记得我做第一个钢仿木的那个，我后来会修正。学习是为了什么？像设计一样，你设计是因为你不满，你要改变。大家之所以会到这儿来学习，是因为对自己不满，要改变自己。所以当学习一轮以后，你的设计没有改变，什么都没有改变。所以大家尽量在学到一些东西的时候，第一反应，这个是需要意识养成习惯，第一反应先把它放回到你的设计里，看看你可以做到什么，在你学习之前做不到的什么。但这个仍然可以继续被改下去。现在就是在我的这个标准里，我认为这个是我现在最满意的，而之前的这个是我最不满意的，但是标准已经有了。前三个我还不知道它究竟哪个好哪个不好，它究竟在哪，但在这儿它可以被讨论，可以被不断的推进。设计是什么？设计是推进一个问题，而不是改变问题。所以有很多讨论的同行，已经有些甚至功成名就的，他会说为什么要先把标准描述清楚。但如果设计师没有标准的话，你怎么知道明天你改了你的设计，不是你只是改做了改变，而不是改进，或者你会可能改得更差，你只能看到两版之间的区别，但是看不到两天和一天之间的差别。只有这个标准被明确了以后，你才知道它能做多久，往下该怎么做。讲完了，谢谢大家。